好啦，我哋正式开台啦。我想问嗰啲声音啊、画面冇问题啊嘛？啊，始终新机落地咧，我琴日咧收咗台又遇到另一个问题啦。咁啊，琴日收咗台咧，唔知点解完全个 mon 咧就死咗。即系我谂住因为咧部水冷咧就有啲水要入啊，因为排驱气驱到咁上下咧，仲有少少水要 feel 啦。咁啊嗰阵时咧就。拉扯部电脑拉扯得太慢紧，就搞到条 DP 线扯烂咗。咁今日点解迟咗半个钟咧？就系我特登死出去去买翻条新嘅 DP 线，又洗我旧几水啊！咁啊，虽然我自己责任啊，但系我其实唔急于买噶吓、啊。但系点解啊？因为我要开台陪大家，你睇下真系用心。Anyway， 好啦，咁我哋正式开台啦。咁啊，继续我哋嘅 Dark Wood。咁啊，话说咧。其实今日收台前可能会有个特备节目嘅，咁因为有一只 game 咧，琴日我就夜晚漏夜试玩，咁如果有睇 Telegram 嘅朋友都知道咧，我啊终于 download 翻嗰只流星蝴蝶剑啊，咁啊琴日讲开啊嘛，咁我发现咧原来 VLAN 都仲系 work 嘅，咁啊咁就变到可以有机会我哋玩呢个流剑怀旧嘢。啊，咁不过我哋再迟啲再试下，因为我见好似暂时冇乜人有反应。Anyway， 咁我哋继续我哋个 Dark Wood， 我哋而家玩到第五日啊，嗱全档一天数五，嗱绝对冇话有啲咩偷玩啦，因为只 game 有呢个 save 噶嘛。好啦，咁我哋 hi hi 人先，你好啊 ，Yo Yo 六六六 Kid， 两儿记得唔好走女仆同贼数，威空 Lin， 其他呢十蚊货金，唉你好大镬，开新手包咩开新手包好大镬啊，我都冇，我开咗冇攞过。啊！唔好又喺度屈我啦，根本我都冇攞过。你有斯德拉、思如全勇、刘浩、Kita Lee 在下、卓林山、二星人、Vegas Lee、Benny Lau、Miracle、Nelson、二 set、Aris Fong、超健全空间、卡加、King Kong 言、碧照、AXCY Chill、做人做狗自己决定、One No Man、起身打街霸啦、BBG、Miracle 咩大佬？我话睇唔明点安装，我阵间再教你啊 ，DJ Jason。一号地底人无星零六，两儿主攻专用工具人伟上 bet 两儿卡一千 ，Goddess， Ken Chan， Him Sir， 猎王者 Mr. Ray， 小野新叶 ，Melton 叶，教剪 Simon FF， Lilomi， 黑啊，小喇叭，小宇宙，Cole Miss， G 壮烈身 ，CJ Kong，Jonathan Chan，CY 五十蚊货金，你条 DB 线，我赞助下你三十五蚊，感谢 ，CY 非常感谢。啊！條 DP 線買咗成嚿水 ，anyway， 感謝你啊 ，CY， 多謝啊 ，Vegas D 廉影如師小巴佬一點零，網應龍啊，風水佬山意氣星人係咯 ，Pio Hin James， 悠悠私人 Genesis G 小 C，Louis Fong Jonathan Chan，Stanley 熊貓，好啦，我哋 hi 到嚟呢度啦，正式開始我哋嗱睇到我哋難度正常，章節一天數五開始啦。咁啊，话说我哋上次系去咗地图好多地方，我哋做翻入到 game 做翻嗰个 quick 落线 ，west side 十蚊货金，系我算啦，讲咩都冇用，就算你走数，我哋都习惯吓，我都俾你哋闹惯啦 ，west side 吓，就算我准时都俾你哋话迟到嘅吓，就算我准时都俾你哋闹惯啦，惯咗。Vincent 妈，我哋嘅故事组，陈老爷森林 day one 双汇太妖，拇指主角咧。啊！男主角咧就饿到喺森林里面，被急于逃出嘅医生咧揾到，然之后被呢个医生敲门。后屘咧就醒翻，就开始搜寻物资逃离呢片森林嘅方法啊！揾呢个咁喺呢个期间咧，发现咗唔少森林除咗异常速度嘅生长之外咧，更充满可怕生物同埋神秘嘅蘑菇。睇嚟咧有唔少嘅秘密需要玩家探索。好啦，咁我哋 day 五，而家嘅时间系黄昏。咁啊，我哋睇睇个地图啊，熄完个 generator 先，跟住我哋睇睇个地图，睇下我，同埋我都要睇下个书包。好，熄翻个 generator 先。嗱，睇睇个地图，我哋而家要去左下角直径森林入口嘅，因为呢度成带嘅地方咧，我都大概搜刮得好清楚噶啦。咁啊，顺便睇一睇个书包先。嗰啲甲壳要揸执书包啊，应该要翻去揾个商人买一买。哇，咪先，呢度俾人破门而入咗啊！哇，部。哇！原来烂鬼咗喎！咦？哇！原来我成间屋经历咗琴日场战斗系烂晒喎！喂，
哇，有啲大镬喎，咁样。好，唔好理啦，我哋。佢应该系冇得修复噶。好，咁我哋将嗰啲玉泥摆翻出嚟先，钉就唔使，开锁器要嘅，木板摆低先啦。有一组多少少甲壳，汽油摆一摆先，因为汽油迟啲要攞嚟 fill 翻啲嘢，翻嚟先再 fill 啦。钉子就有17个，金属丝再嚟钉子19个，好冇需要话去强化下啲武器咧，升级物品。睇下先，我已经加固过啦。睇下先，已经拥有4个升级啦。咁其实而家我有3把武器，一个火把，一个开锁器，使乜带啲绷带出街呢？而家有咁多碎布，带定啲碎布啦，可能要整啊，而家整啦，不如。好，整个消毒绷带先，跟住再整多个绷带。我谂应该够我出去冒险噶啦。啊，玻璃樽，哎呀，唔准抌咗先。OK， 可以。好 ，miss 货金有咩？整咗铲未未啊？落 ，keep 10蚊货金，有份睇直播都夹几蚊，不过两仪台变晒质玩 easy， 系啊，继续屈啦。啊！你睇下，你货金都要继续屈喎，要门道有得修理嘅喎。我想问，依一个有冇得修理咧？依一个后面依度冇得修理喎，唯有攞个衣柜顶住嘅啫。如果唔系好大镬喎，依个位。咁啊，我系直接去直径森林啊，冇谂啊。好，个铲我哋迟啲再谂办法。我而家有几多钱啊？唔记得咗有几多钱，唔记得啦。我又夹啲俾你 ，Ken Kong 言，感谢23蚊货金啊！大家集思广益，为我条 DP 线啊作出努力，好感谢，感谢大家仗义相助啊！做直播主都啊，总算老怀安慰啊！啊，多谢。OK， 好。其实嗰个森林啊，我上次去完医生嗰度解咗毒嘅，攞个火把烧翻开嗰个门嘅。咁而家如无意外，应该要入去。睇下嗰个医生屋咧，到底有冇啲咩发现噶啦 ？OK， 医生间屋喺边啊？喺度，好，非常好啊。OK， 好，发电机，发电机仍然系有电噶 ，very good 啊。好，呢啲咧其实咧可以打甲虫，打甲虫又可以直接咧，先打翻开啲灯先，尸体。搜索过乜都冇，气流已搜索，原木已搜索，之前嚟过啦呢度。好 ，game 声 OK 嘛，唔会听唔到啊嘛。哇，呢个位好似有毒喎，系要清翻啲尸体啊。系，如果唔系我阵间走翻出嚟会扣血。铁门打开，哇，唔记得咗个密码，死啦！蛋里面漂浮住啲乜嘢东西，看起来外表好薄，或者可以用某啲东西打破佢，嚼落去啦。我会唔会爆啲甲虫王者出嚟？唔会喎，备胎。哇，点解会有啲咁嘅嘢啊？而同埋我时间，你有冇见过时间好似 kick 咗喺8点冇喐过啊？吓，好似个时间冇改过喎、啊。佢而家佢无限时间嘅咩？咦，喂，净系攞个备胎就走啦？吓、啊！医生间屋又一又乜都冇，我咁辛苦一场嚟到，密码系 MIG 啲米嘈啦，我系咪要兜依度上面入去啊？点样入去依度位？依度 ，OK， 离得太远啦，睇下，哇，大哥，边个好打啲？哇！哎，有用啊，契弟！咩咩，你个死人头咩？哇，吔屎啦，轻松啊，就系咁简单咯。木杖又奇怪啊，木头打造而成，系咪就系呢个木棍啊？你哋话呢个系劲嘅武器嚟噶喎，要扎一扎绷带啦。哇，呢只嘢几劲！我攞翻我绷带先。身为两仪台嘅伟信要支持下，做义王10蚊货金，感谢啊！碎布
啊，入嚟攞翻个碎布，碎布多两块，胶囊，笔记喎、啊，睇下先，门记密码系3333啊，系、啊，真系333，头先有攻略组讲咗、啊，法令石头150啦、啊，這个要攞啊，依度玻璃樽收埋先，碎布要啦、啊，火柴 keep 住先，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阿希$10货金，两仪器玩高难度，不时迷路就话寻宝，自栽一下有归途。等等，有布啊，哇咁多火柴嘅。OK， 黑木枕及白木膏啊，非常押韵啊，但系有严失实啊，阿希。啊咩咩咩戏玩高难度呢啲错啦，呢隻 game 基本呢个已经系高难度啊，冇存在咩咩低难度高难度，本身隻 game 就高难度，所以冇话戏唔戏嘅啊，都系货金啊。入睡者咩嚟？散弹、啊，森林嘅地图，其实我个火把就烂噶啦，我阵间应该要掉咗火把，个木棍系咪有用啊？陣間去木棍睇睇先，用嗰個木棍睇睇。佢話木棍勁嘢嚟嘅喎。好，而家睇下先，森林地圖有個直徑森林庇護所，一路直落就係喎。睇下先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好大鑊！打狗棍，食屎啊！哇哇哇！我想上吊，咁勁嘅只狗。咪先，我张凳有啲问题。哇，咁劲嘅只狗！哇，唔系咁开心啊！喂，佢时间而家开始跳转翻，佢头先唔知系咪中咗时间笔，而家个时间又开始跳动翻咯。碎布，碎布拎，唉，整翻个先。哎呀，好似跌咗啲 item 啊！散弹收埋先，火把 keep 住啦。好，冇咗啲嘢唔会，佢跌咗嗰个位系会即刻话俾我听喺边度跌噶嘛，所以冇问题嘅。我咪收你物品啊，收你物品。嗱，佢而家又喐翻我个时间，头先应该系中笔系咪啊？所以我要特登死啊！我特登死系啱噶。如果唔系又话我胜之不武噶啦 ，OK。喂，唔系喎，真系只狗难打啊！头先佢狂追住你嚟咬咧，你完全储唔到去嚼佢。呢个 game 个打斗又系鬼鬼地啊，唔系你想象中咁容易，要就佢嗰、那个，要就佢个攻击方法去打。等阵先，点解弹咗速成出嚟 ？OK OK， 好。唔死咪可以做永远喎，啱啊！头先嗰个时间笔咧，我觉得如果我唔死嘅话，真系正喎。咩唔好打你打唔过黐线啦，点会打唔过啊？傻啊，睇小我而家冇惊过，轻松啊！我咁好认真啊，佢好大镬，同你讲。嗱，首先穿过呢个医生嘅门先，好。呢度其实我需唔需要继续开发电机呢？嗱，我哋准备摇滚准备。哎呀，佢捐走咗。哎，佢呢啲甲壳有$20嘅，不过算啦，攞唔到就算。好，呢度下面就我会攞翻个背囊啦，系啦，做佢咁简单啦，兜落去你条契弟巨犬，哦，呢只大狗你唔怪得咁难打啦。嗱，即刻攞翻啲 item， 轻松啦，仲话咩攞唔到？你好识讲笑嘅。我都系跌咗啲钉板啫，玉利、玻璃樽、胶囊，执翻个消毒绷带，哇，轻松啦，黐线，有啲易打。OK， 好啦，我哋而家继续落去嗰个庇护所啊，
系咪其实系已经系第二个地方嚟噶啦？呢、這个庇护所。好，哇，佢好多嗰啲蘑菇啊，暴红陷咗，哇，争啲踩咗落去。OK， 废金属。哦，有尸体 ，good， 胶囊，治疗伤势，暴红陷阱。哎呀，物品栏有啲枯枯地啊，火柴收埋先，胶囊收埋先。等下先，我唔要火把啦，个火把都完全坏咗啦。Loyalty Store 放弃治疗乜嘢啊，肥仔荣？点样 Loyalty Store 放弃治疗啊？唔明白你讲咩嘅，肥仔荣？多谢火金啊！哦，我想问咧，两个庇护所之间嗰个物工具箱互唔互通啊？如果佢互通，这个地方用来当藏身处很不错、哦。有只狗屋、哦、有狗窝电池有咩用啊？乜狗屋可以收埋电池嘅？哦，你要升血，睇下先。冇木板，原木。哇，呢度哇已经有啲木喺身咯、哦。先开水器摆翻低先，嗱，水井一定要噶啦，跟住咧原木摆翻低先，钉子组合埋一齐，好，我哋即管睇下依个地方系咪可以攞嚟做庇护所先，锯木机喺度，枪喺度，算大喎依个地方，拖拉机有汽油啊，好，衣柜又有。有冇工作台啊？桌子、架子，哇，好多 item 喎、啊，多到我已经多到已经完全唔够位啊！我好，我要揾翻张最紧要，我哋要揾翻张工作台先。唔相通，但有单车拎 item 可以叫人运嘢。气炉，我煮咗嘢食先，点燃气炉啊？气流再次发现火，发出火光，烧肉先啦。咦，胚胎多嘢，萃取到160精华喎，哇，要啦。哦，打针靓嘢啊，睇下先。吃蘑菇可以恢复生命值，飞蛾站在电低火电灯旁恢复生命值，鹰眼啊，系嘛，升鹰眼。其实佢唔系好多技能俾你升嘅啫，找发电机系好重要，阵间搵咯。600家人在直播，俾翻你啊 ！OK， 间房观景开扬，又邻近港铁站，系上车好。喂，咩事啊？哇，做乜嘢啊？过来，哇，带咗去边啊？喂，冇嘢啊？有条友话过来喎，过咩来啊？接近夜晚先打针，算啦，打咗啦，唔打到执石头，装甲门、哦，把耳朵对向锁眼，呼啸嘅风中夹着足微弱而熟悉嘅声音，好似系喺约时孔传来有人呼唤我。打针会入梦境啊？咩嚟噶？到我这来、哦。哇！做咩咁开心啊？同埋我冇晒啲 item 喎，咁点啊？到我这儿来喎，系咪要打交啊？发光石头，哇！系咁俾我执，哇！150蚊，150蚊咁执，开心咯就系、是。OK， 哇！赚钱最后机会，哇！上车最后机会，103蚊一粒。咩？你好大镬，佢好大镬咋？我已经制霸呢只 game 啊，应该。OK， 佢呢个系公园嚟嘅。佢系发紧梦，可能醒咗就会冇晒嗰啲石头。哦，开始有人嗌，佢咪会话你太贪心。打完针好 free 够纯，打完科兴啊，而家去咗天界啊。吓、啊，今日又一单啊！啊，喂，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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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喂，唔系咁开心啊！哇，喂，冇嘢啊！喂！我扯 Q 线啊！吓？
咁我啲石头仲喺咩度啊？喂，冇晒喎，顶你啊！单车铃副上面有一张便条，系是但啦。呢啲收埋，诶、哎，暴红陷阱阵间用开锁器要。火柴、玻璃樽、消毒绷带呢啲全部摆低。好，我唔明发生咩事喎、啊。咁我嗰啲，你失败咗。咁样又贪心喂，唔系啊，咁样叫失败咩？我唔明啊，风扇皮带系乜鬼嘢？啊先，锯木机，我系时候出去攞翻啲原木先。啊，做 shelter 系好重要。好，攞翻晒啲木啦，跟住发电机喺边啊？其实，劈唔好执石头啊！有人话系咪贪字得过贫咧？所以执石头系会注定濑嘢咧？我、哦、发电机仲有少少燃料唔使 feel 住啦，我哋将啲原木摆翻落去先。诶、哎，应该系打多咗剂量升级工作台。咦，佢工作台就反而系互通噶、哦。得先，木板摆翻低，钉都摆翻低，阵间先再用。我哋腾空个 item 攞更加多嘅嘢，为咗更好嘅将来。呢度系发电机啦，而家暂时我唔知道发电机有几多电啊，我惊佢夜晚会唔够电，所以我 fill 定啲汽油先。靓爷见唔见老人家打 4X？ 你都傻啊，问埋啲废话，后生都唔会建议你打啦，仲老人家瞓醒未啊？锯木机又加啲啦，好用尽呢个啦，不如。OK， 睇先，木板钉子攞晒佢，木门打开。OK， 成哥$10货金，又话只 game 好忧郁，点解靓儿玩到咁欢乐？一阵抽个床，抽个时间讲解下点装流星。好啊，我你预我12:30到收台前会玩一阵，顺便咩嘅？睇下先，我需要钥匙喎。佢话呢个可唔可以用开锁器开嘅？其实试下先。诶，使用钥匙搜索，我身上嘅钥匙都打不开，超冇鬼用嘅。其实我应该搬张凳嚟呢度。哇，有声有声，好大镬！食屎啦！咦，又打交街霸！打 Q 中我咩？垃圾！哇，顶你个肺！哇，佢攻速好快喎、啊，轻松啦，就系咁简单咯。好，其实我依度应该攞嚟做。OK， 我哋将呢个 sofa 咧，将呢个 sofa 拖过嚟，封住佢。其实我应该要搬张凳过嚟啊，唔系搬个电灯过嚟，依度打开先。门道又有一修理噶嘛，不过唔整门啦，我直接咧喺度拖盏灯过嚟啊，搞掂啦应该。先依度有盏灯，好，依度好似未搜刮喎呢间屋，好，哇有排推啊，好衣柜列走，乜都攞晒先。其实我哋成个 game 嘅主要目的系乜嘢啊？佢引导咗我哋嚟呢个寂静森林之后都冇乜点讲。唉，成只 game 原来就系 Minecraft 咯，叫你玩搬嘢、搬砖大行动。好。哇，好攰啊，喂大佬，我系咪应该天黑再做呢件事？我哋天黑再做呢件事。睇下先，庇护所完噶啦，我哋而家去搵搵呢个狗头，去狼趁未天黑，我哋喺狼人营地 check 先。任务目的系逃离森林，其实佢应该系三大个庇护所系咪啊？佢呢度有个咩皮奥特克嘅住宅、哦，逃出森林解开谜团，好啊。喂，阿野人嗰支木棍几好用、哦，哎，我唔记得摆 item 添，扑街啦。有少少呼机啊，
再执多少少先。唔得啊，执唔到啦，我要翻去啦。诶，仆街！唉，好大镬。饮水啊，要饮一饮水先。OK。好。哇，饮水补血补得劲快喎，原来。总之，等佢个蘑菇扣到咁上下先补血啦。而家去咗翻唔切，翻得切，点会翻唔切？你要对我有信心 ，in believe with me 噶嘛？乜对我咁冇信心嘅？土豆系咪可以煮啊？唔可以喎，风扇皮带嗰啲装备其实唔知有咩用。我之前买咗个斧头又用唔翻，好嘥气啊！执完啲 item 你又去新庇护所咧，咁你点样？你又要你又搬唔到啲嘢翻嚟，咁点算啊？之后会有 boss 突然出嚟搞你？哇，咁我唔知啊，唔好理啦。我哋五点零要翻嚟噶啦。你做乜拎斧头把木棍去打？吓系咩？呢个系斧头把木棍嚟嘅咩？哇，我唔知喎，大佬。好，你讲完我先知啊，就即刻换翻先。我以为个木棍系个野人送俾我，以为系武器嚟噶。好，有信心两而翻唔知黐线。你哋对我太冇信心啦！我呢啲咁劲嘅人，唔系俾你咁样讲两下我就会怯噶。啊，面对死亡我唔害怕。攞石仔嚟抌下嘢先。你望下单车铃，阵间望啊。我哋阵间翻屋企先慢慢望啊。哇，我 feel 到有好多狗啊！点解咧一路都未见到有红蘑菇嘅而家？哇 ，feel 到鬼鬼地前面。OK， 睇先，依度再去右边，去左边就啱啦。狼人营地系啦，我见到有火啦，就系依度。发现地点狼人营地，小瘦肉，我老远闻到你嘅臭味啦。点啊，大肥肉？见鬼！我唔敢相信我嘅眼睛，你成功咗，不得不承认呢个小瘦肉系有啲本表示，系有啲本事。狼人笑咗，露出一排尖牙嘅尖利嘅牙齿，系时候讲正事啊！沿着寂静森林南方小东南哦，下面你会揾到一个村庄，有个养鸡嘅老太婆同佢倾下偈，你能够听到一啲有意思嘅事，但系要小心啦，兄弟，唔好俾佢嗰张和蔼嘅脸欺骗，嗰、那个自私嘅 bitch 咧。将唔属于佢嘅东西藏喺家里，藏在一个上锁嘅房间。嗰、那个房间将嗰个房间钥匙俾我，就去，我就话俾你听，去哪找回你嘅所失去嘅东西啊！钥匙换钥匙唔系好公平咩？好、哦，我而家冇乜钱啊！睇先，我要买工具箱，我要储200蚊、啊，又执唔到啲石头。我要工具箱升级我个，哇！呢啲箱点开啊，大佬？哇！佢全部锁鬼晒，喂！唔好咁自私啦，大话打晒都，大家都森林朋友啊。每次星际都进入梦境，会随机梦境，梦境会影响现实。好啊，向下行住先啦，阵间天黑先翻入去。我哋拎 item 卖完之后，再嚟揾商人换工具箱升级。依度系咪咩啊？有个铜仓，哦，唔好同我讲，哎，有蘑菇 ，good， 全火老婆婆，哇，边个播音乐？哦，哇，好开心喎、啊！依度，依系咪就系老太婆间屋啊？又唔似喎。OK， 其实你话只 game 好难玩，好大压力，我又。其实我又唔系好觉，讲真嗰句，巴比洛流星机冇用。哦，我依度系播紧音乐。哇，哎，扑街！哎呀，睇唔到蘑菇啊，顶你！哎，好啦，大镬。4:30咁又点啊？六咩啊？6:30翻去差唔多啦，行多阵咧会死咩？使乜咁惊啊？哇！乜都冇嘅，好废金属，死老鼠有咩用啊？
哇，成日俾啲垃圾我嘅。OK， 试下较高难度咪大压力，唔好玩最低。咩叫最低难度啫？依家系正常难度啊，最低难度吓、啊。我惊爆唔到机啊！玩佢嗰个限生命嗰个难度。你课新手玩，梗系喂啱啱先接触呢只 game， 梗系玩翻正常啦。唔系洗咗 save 又要重玩，唔系咁开心噶嘛。单车零于沉默森林营地揾到，使用后可召唤森林快递到营地旁边，佢会运送其他嘅货物到目前所。哇！伊洛列，你呢个，喂 ，IT 狗，你嘅资讯相当有用喎、啊。仆街，喂，鬼打鬼啊！鬼打鬼啊！咁开心啊！哦，佢咬死咗个尸体啊！哦，佢。睇先，五点半走啦，走啦！哎，仆街，踩亲添，天黑啦，天黑啦，系时候要走啦。天黑请闭眼，狼人请开眼啊！今日佢死咗，你救唔救佢啊？哦，咩平时又话自己几劲，最高系啊！佢呢个最高难度系一命啊嘛，你咪玩最高难度，你啲咁嘅挑人，你啲咁低级嘅挑人唔到我噶，算打啦啊！太低级啊！咦，咁低装嘅手段 ？OK， 我哋揿嗰个单车零地列走佢，试一试啦。其实仲有冇嘢好升级啊？更多钉子造成更多伤害，就要升级工作台先嘅。咁首先啦，我哋要单车零先，跟住我哋要再准备个列走。好，点样用啊？睇下先，单车零。好，三使用物品，有什么事发生、啊啊、有啲咩事发生啊？啊，好似冇嘢啊！等先，我将啲原木摆翻晒去锯肉嗰度先。哎，我话要搬埋啲灯，哎，单车男、啊，你好阿头，我又讲阿大头。我真系好好口渴，如果俾个醒脑提神嘅饮料咧，我就会白答应你，报答你啊！尘归尘，土归土，人生一团糟，喝酒啊易消愁啊！好，俾个烈酒佢，一日一团酒饭，哇！一日每哇燃点香烟喝啖酒，所有烦恼啊都飞走、啊。琴晚 Kelly 闹得我好啱、啊，吓、啊、喂呢条友原来就系老咗嘅 Kelly 啊！吓、啊！阿 B B 燃点香烟喝啖酒啊，所有烦恼都飞走啊！我继续点头。我应该去哪个庇护所取货？去干枯草地啊！咁我出发啦，就好似黄瓜田里嘅修女一样兴奋。佢几时会翻嚟啊？咁吓、啊？好，我哋。将呢个台灯搬过嚟，好重要，好重要，依旧嘢好重要，要做咗依样嘢先。哦，琴晚 Kelly 闹得好，我好啱啊。OK， 睇先，我可唔可以修理埋个门道呢？趁呢个机会锯锯木先，锯锯木啊！有冇攞钉啊？有攞钉 ，OK， 修理埋个门道。OK， 跟住就加固障碍物。OK， 依一间房归我噶啦，开个靓灯，依度就系我嘅 safe zone 啊！再嚟，哎呀，唔够木板扑街，唔够钉，哇！依、這个地方好大镬喎、啊，喂，又要等一晚噶啦，挂下网先咯喺度。其实咁近。咁近应该安全嘅，但我唔够燃料喎、啊，睇下先。我出去攞钉，哎，个人胆大，咋咋唔出去攞钉？咦，未算系好黑啫，而家呢度。攞木，攞木，攞钉，攞木。OK， 走。阵间我仲要烧嗰个咩奇怪蘑菇嘅，摆住入仓库先，阵间先烧。
哎，黑晒啦，黑晒啦，好大镬，好大镬。先原木摆晒去啦，跟住依度，闩翻对门。哎，有蘑菇啊，我就系要依啲。头先系21号梦之门，过去21号门后，你用手电筒向地下发光嘅石头，去到最底把电灯打开，然后向下走一下，回头把灯关上。哇，黐线，依啲冇可能做到啊！我根本冇可能做到嘅嘢。窗口可以直接跳入嚟啊！睇下先，我而家木够钉够，我哋营地又攞紧啲嘢过嚟，我呢度维修咗先啦。好，依间啊，我铁壁之房啊，蘑菇唔可以过夜啊，但系我唔煮。喂，但系而家好似话冇得烹调噶，佢话而家唔系烹调嘅好时候噶，佢会话。睇下先。时间一长就阔，但系冇办法，我因为一定要扑街。喂，搞事啊！扑街，有人打交啊！喂，扑街！喂，整烂我对门啊！入嚟只抄。啊，条契弟打完走咗去喎，撞门啦、啊！食屎！哇哇，好大镬，好大镬！咦、欸？哇！咦、欸？哇！喂，对唔住，我走啊！哇哇，要走位啊！哇！好难打啊！我顶！哇，唔系咁开心啊！依家系个商人都有嚟喎、啊。写完东西后，喂，送咗汽油俾我、啊。嗱，剪啲蘑菇冇坏到啊！依间太多门窗，唉，好唔开心啊！嗱，先啲蘑菇冇坏到啊，土豆呢啲系咪煮得噶？全部都死老鼠有啲咩用啊？死老鼠摆低先啦，一系。好难打啊！有阵时啲怪其实唔系咁容易咯。我单车铃摆低晒先。好，因为我只表咧，我只表跌咗，俾嗰条友嚼低咗咧，唔见咗只表。喂，直接 skip 咗变天光都好啊。好，反正我死都系喺度啫嘛，我背包即刻攞翻啲嘢，就系咁简单咯。OK， 冇问题，非常靓。卖俾商人赚钱，好似嗰个死老鼠冇唔价唔值钱噶、哦，价值1蚊啫、哦，1蚊都黑啊！土豆，睇下先，我要赚够啲钱、哦，有啲咩有少少价值嘅咧？40蚊一个消耗品，火柴33×3，即系99蚊，我要储够200蚊、哦。一系就将啲钉板卖鬼咗佢先，交易。因为呢两个钉板冇加固嘅，所以呢个可以值得卖。石头，石头唔值钱噶，好似石头唔卖啦。跟住呢个就 OK， 未够钱，未够钱。死老鼠可以煮嚟食，150经验。唔系喎，但我咁气炉咧，诶、欸、有、啊。系喎、哦，系喎、哦，一早要煮，不能煮这个，不能煮这个，不能煮这个。好，跟住就，其实火柴好似冇乜用，火柴可以卖少少，胶囊卖晒佢啦，火柴亦都卖少少啦。好。但系佢火柴一嘢就卖晒噶啦，胶囊82蚊，火柴反而想 keep 一 keep， 绷带卖啦，赚到200几蚊 ，OK 啦。而家咧就过去喳喳林买埋嗰个咩先？我哋喳喳林过去买埋嗰、那个嗰、那个咩啊？升级工具箱先。
咁跟住我哋今日可以行远少少啊！我哋行去嗰、那个，佢哋话嗱，那个狼人就话南面有嗰个阿婆住嘅地方啊嘛，我哋过去望一望。OK， 我而家个背包系咪吉吉地啊？睇下先，开锁器、汽油。哎呀，那个加苏链应该唔好拎住，嘥咗个位。罗毛不停死，除咗商人卖啲嘢贵啲之外，有冇其他惩罚机制啊？罗毛死咗之后会卖嘢贵啲嘅咩？又屈无限时间，喂，唔知点解佢未开始计时喎？诶，计紧啦，计紧啦，咩无限时间？咩又屈，成日屈，你哋又屈我啦！无限时间真系识讲笑，边有咁？喂，哇哇哇哇，顶你肺！喂，你好恶喎、啊！佢对啊，哦，依大狗嚟噶 ，OK。呢只系奇怪嘅肉啊！呢只经验嚟嘅啫，睇先，呢度上去，哦，佢好大镬咋，营地，营地要直上啦 ，OK， 买咗工具箱啊，乜都得啊，好交易，工具箱 ，OK， 非常靓。咩啊？我收购武器弹肉者、小兽肉者可抹门。喂，喂，先点样得廿蚊嘅？吓，咪先，我明啦，佢系咪？吓，我唔明喎、啊。佢分开计噶啲钱。吓？吓？吓？唔系啊，逐个商人啲分，哇！顶你个肺，真系俾佢玩死啊！商人同狼人分开计，哇！我真系，哇！扑街啦，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唉，喂，我唯有等个单车佬，喂，个单车佬几时翻嚟噶？啊？唔同商人声望分开计，唉，惨过食屎呢铺。我哋去嗰个咩阿婆嗰度先，而家仲时间尚早。单车佬要几耐啊？买咗条 D P 线咪剩廿蚊收爹啦，系咪好笑啊？我唔觉得好笑啊。呢度系咪阿婆嗰度？乜都冇嘅。又系嗰啲伐木地方，前往村庄之路啊！呢度系行入深入少少先。本台能量同鱼胖都系分开计。诶、欸，吓、啊、下个地图嚟噶，保存中、啊。咦，我现在不能这么做、啊。神庵呢度系咪有条锁匙啊？睇下先，闪闪发亮石头拎啦，黐线噶！小心地拿走你石头，发亮嘅石头。死啦！我太贪心咧，会唔会被遭天谴噶？但系百三蚊冇理由唔攞噶。好 ，OK。跟住翻到去个商人又唔见咗，咁啊惨啊！咪依个系咪就系嗰个阿婆啊？这么时节，森林总是日啦下雨。咦，个阿婆冇乜反应喎、啊。喂，其实依个森林都仲有村庄啊，同埋我一路行要一路认路。哇，有野猪啊嘛，猪嚟啊！哇，猪都识咬人，冇嘢啊！猪啊，企定定啦。仗义妹多图噶，哇顶你得个肉利嘅，系咪要去依度偷条锁匙俾阿狼？你好大镬，偷贡品。好、哦，我杀埋佢只猪添啊！喂，依度啊，好、哦、趁时间上早，我哋可以加固枪。喂，依度好啱做 shelter，、哦、我喺度住咪得咯。原木啊，立晒啦！
佢间屋好似几靓喎，入去参观下。我需要钥匙喎。呢度咧，我可以用开锁器打开佢。唉，终于大派用场啦，开锁器。好，使用开锁器，打开了。入嚟偷锁匙，哇！喺佢呢度似系鬼鬼地嘅一个地方。OK。喂，兜个圈噶咋？哇，乜都冇喎、啊！烤箱，曾经用来烤面包嘅焗炉，锁住了，可以用开锁去打。哎呀，我唔够，我唔够铁线，总之整多个开锁器啦。我唔系要翻去再过嚟咁望居啊？即系我要兜路过嚟，再我要迟啲先再翻过嚟。唉，下次带多啲开锁器先。即系呢度要咁样兜入去，应该就拎到佢条锁匙啊。咁啊就会交翻俾狼人，应该 OK 嘅。而家朝早九点啫，仲有大把时间再探索多阵。哇，唔系，都好多村民噶喎，佢呢度。佢仲敢翻嚟嘅话，咪杀咗啲村民。你系谁？关你鬼事咩？有水井啊！建造要有条铁链喎，但系我冇喎。依度有间屋，村民们对我避而远之，这里我不受欢迎。话知佢啊喂，勇者入嚟攞嘢嘅啫嘛，话知佢欢唔欢迎我啫？为咗生存，哇咩嚟噶？你系飞蛾，食屎啦飞蛾！生锈嘅钥匙就系要依啲咯。好、哦，好多癫狗啊呢度，呢、這个钥匙有啲咩用啊？系、欸、我可唔可以杀晒呢度啲村民嘅咧？开晒啲灯先，咩好恶？系啊系，一定 bad end 啦、啊！喂，呢度要生存，你就要努力。睇下个钥匙可以开到边对门，系咪可以开到阿婆嗰对门？咦，呢、這个村入到嚟呢个村咧，佢个时间好似停顿咗喎。拱开啲家私先啦。好、哦，啲咩嚟啊？烈酒啊！唉，俾啲烂鬼嘢我。窗口如果冇 block， 可以直接跳过去。哦，好啊，好啊，好啊。头先唔系攞条钥匙咩？哦，佢 key item 嗰啲系会收埋去第二个地方嘅。你第一张做嘅决定会影响第二张嘅某啲人物会否出现？头先嗰条友应该抵杀啦，所以我就唔谂啊。哎，正正正，有石头 ，good good good。哇，呢度有啲，我能听见你，系。使唔使整到个音效咁大声啊？废金属火柴，哦，就嚟拎到满啦啲 item， 嚼唔嚼低佢好咧？算啦算啦算啦，走啦走啦，依、這个加固咗嘅，依、這个都加固咗嘅。村入面有个地洞，可以直接翻到安全屋。哦，嗰、那个地洞要铁链啊！我冇铁链啊！如果有嘅话会好啲咯，我喺度探索多阵，同埋咧入到嚟呢个村咧个时间停咗，其实唔需要担心话你唔够时间搜刮喎，你大把时间做任何嘢都得喎。好，系咪呢啲位可以跳出去啊？冇啊，冇得跳。OK。电池红吸管系乜鬼嘢嚟噶？找到麦帮我 key item 嚟噶喎。哦，哇，其实我敷晒 gear 要走啦，差唔多。冇血冇血诶，扎个绷带有冇绷带喺身？啊，冇绷带喎。哇，武器零件成200几蚊嘅，我哋快啲扎林去买个工具箱先。睇下先，我有两嚿发光石头，我翻去搵狼人应该够钱啦。
跟住我要拎多个开锁器翻过嚟依个地方。系喎，可以直接跳窗噶喎。系咪依个地洞啊？地上嘅大洞，不知道佢通向哪里。诶，咪先。系喎，哇，好方便喎、啊。哇，咪就系可以直接入村，哇，就系咁轻松喎，正喎、啊。大哥，喂，其实个单车佬翻嚟未噶？煮下嘢食先。奇怪肉就嚟又升呢啦，又赢啦。哦，原木要拎出嚟，汽油摆低一个，武器零件摆低，钉都摆低，肉都摆低，烈酒摆低，废金属摆，火柴摆。OK， 依两个就拎去卖。电池其实暂时未知有咩用嘅。工作台就争一个，碎布又唔系好够，拎两个补品算啦，顺便就收一收你。OK， 好，而家系玩嘅咩难度咪啰毛咯，讲好多次啦。好，其实咧汽油呢个 game 啊多，都唔使担心话唔够汽油用。好，跟住依度将啲木摆晒落去，可以锯两下啦，锯住先，跟住去 shopping 啦。Do you have iron chain？ 冇啊，未有啊，未有啊。我迟啲搵商人买，商人有少少声望可以买，但系佢应该第二朝先会出翻嚟个商人，所以而家要去狼人嗰度买个升级工具箱先。但系嗰个单车佬仲未。仲未翻嚟啊！条血咁短，有啲窄细，佢点样可以升血啊？佢好似哇哇仆街啊！喂，讲笑咋？哇仆街！哇喂，冇啊冇啊冇！喂，哇仆街！你好大镬，你唔好逼我饮。喂，你唔好俾我饮到水，你俾我饮到水，你好大镬。OK， 你好大镬啊！契弟，好大镬啊你！一屎啦，就系咁轻松。OK， 简单啊！想挑我机？挑我已经一早我已经啊预留咗个水井，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就系依啲。好，哇！我唔小心又踩到蘑菇咯，顶你！又扣翻啲血。睇下先，我准备预备摇滚，准备个绷带先。要分配好时间，林天黑发财回去修理门窗，日间就带补品去探索。而家又话我不嬲都系咁样安排啊。吓、啊，哇！我啲生存大事唔想讲啦，不嬲就系谂住咁样玩嘅。单车男搬运工嚟用藏身术，嘟嘟嘟 ，Elko 何作代价？几小时后？你家里地上的背包，佢只会拿放在储藏柜、家具等物品，唔好俾佢拿太多。背包格子会超出画面，储藏柜。家里地上的背包啊，我未见到佢有个背包俾我、啊。好，工具箱我而家卖两嚿石俾佢先啦，换个工具箱接受。呢、这个铁链系要$85，我一系就如果80+40，再卖多个换条铁链，咁样咧成交啱啱好，你睇下计数计到尽，阵间就去铁链去嗰个井度嘅，咁我而家要翻去攞开锁器，用个工具箱嚟升级，睇下气炉隔篱好啊。先，我可唔可以去远少少咧？我阵间先翻屋企搞嗰啲嘢啦。我而家去远少少先。OK， 补完血又踩姑娘，而家咪睇落，咪呀嗰下一时情急，人有三急冇办法。有排未天黑啊，我哋行多阵先。
如果有下个 emoji， 我提议你，你好大镬。咦，咁我要揾我嘅 admin 去整一整喎。但系咧，因为我哋而家录名仔咧比以往少咗，其实我仲要争好多个录名仔先至可以做到下个 emoji， 所以冇办法。哇，呢咩嚟啊？猪棚喎、啊！喂，探索埋个猪棚先啦。几时有你好大镬嘅？喂，点解要你好大镬？有咩问题啊？普通一句句子，我呢度全部加固。喂，好劲喎！佢呢个地方度度加固，我喺度住都得啦，系嘛？铁镬，唔系有原木啊？呢个系咪原木嚟 ？OK， 哇！我 feel 听到有啲猪声，好多猪头喺度，被肢解嘅猪头摆晒喺度，控制杆。打开电力来使用控制杆，即系呢度应该附近会有电。喂，呢个应该系，喂，其实呢个系安全室嚟嘅、哦。快滚出去怪胎！我警告过你，哇，你打交系咪打交啊？你好大镬、啊，打交！两两等边个好打啲？嚟啊！啊，冇串嘅咩啊？好臭噶嘛！面包咧，俾个烂鬼面包我。宣传单张，俾个猪烂单张，有鬼用啊！哦哦，依度有发电机，直接开个发电机啦。喂，其实，哇，我住依度都得啦，系嘛？控制杆咩啊？连接着机械装置嘅各种电缆，四处伸张蔓延。有啲电缆穿过大门，通到了外面。这里有一个控制杆同红色按钮。控制杆活动范围被一块临时钉好嘅挡条挡住，一张字条黏在上面。使用控制杆设定电压，挡条上以上嘅电压伏数可以暂时麻痹母猪哦。流程如下：操作完先将控制杆拉到中间，饲养员发出哇，要影相呢一个咩卡关诊你好，但系我都系霍金啊 ，C Y 呢个要影低先好。母猪是大家公共财产，看看先，拉到中间，跟住发出声音信号，操作员按下按钮，然后就俾母猪喂食。请勿移除挡条啊！我试下拉到中间先，好，离开先。拉到中间，跟住要大叫叫只母猪出嚟食嘢，系咪啊？哦，木门打开喎，呢度又得。另一边被猪住了，咁点啊？我而家入唔到去，但系咁样都冇用，一系直接电死啲猪啊！OK， 等俾猪猪插死，但我入唔到去嗰个猪栏嗰个位喎、啊。呢啲有冇得挥棍打烂嗰啲加固挡板？冇啊！我哋兜一兜，我哋兜一兜出面睇下个猪圈系点样设计嘅先。嗱，佢度度都封死晒，劲安全啦、啊！呢、這个地方劲多木围栏喎。我要找一个窿仔可以俾我入到去，好大呢个地方。喂，咩声？哇哇，又嚟啊！又打交。啊！好大镬啊你！吔屎啦！我已经识打你班契。哇！食屎啦！就系咁轻松。好。哎，揿错掣。OK。上面有路入，而家揾紧，唔似有路喎、啊。但系你睇下佢围得，佢围得好工整喎、啊。哇，落雨嘅、啊、突然间，啊依度依度依度，有条罅仔依个猪栏系咪啊？但系佢话母猪系大家公共财产、啊。好。冇啊，得啲蛛丝体嘅，蛛丝 magic 啫。喂，
大型蘑菇。两点咁又点啊？六点翻去都未迟啦。但系冇嗰只大猪、啊，同埋我冇得嗌，我冇掹走个挡条咧。我顶你个肺！又有一个工具箱，总之唔买啦。唉，真低能，唔系咁开心啊！冇啊！我跟你讲啊，佢就系自己揾嚟嘅，他妈想去哪呢？哇，做咩啊？哇，喂，冇嘢啊，打交啊！哇，扑街啦！哇，我好大镬！喂，唔好打，唔好打！哇，死啦死啦！唔打得唔打得，我冇武器耐久啊！擒枪走人先，有冇追过嚟啊？有冇多把武器啊？好似冇多把武器喎、啊，唔够打喎而家。好，行埋依度先啦，一系唔好理中间班村民先。哦，依度系猪栏喎，别再靠近了喎、啊。哇哇，喂，佢哋有啲恶喎，啲村民，哇，中利啊！我又唔想同佢哋打喎、啊。喂，佢有啲恶，因为，唉，食屎啦你！唉，算啦，喂，我冇耐久度啦，唔打唔打，唔打唔打，唔好吉啦，我走啦，仲喺度搞我，哇，你躝咗出嚟啊，哇，死仔包啊，我系迟啲先翻嚟啦，只武惊武器都系一寸长一寸强，系啊，我啲武器而家太短啦，就系、是，我哋去埋下面嗰个咩皮奥特宅咩住宅。定系我哋而家翻去好咧？我哋而家个身上嘅装备都有少少枯啊！再唔翻去，我惊我唔够啊！又拎埋啲原木，同埋佢落大雨，我有啲惊啊！暴红陷阱，睇下先，解毒剂、免疫中毒嘅暴红陷阱、金属丝，金属丝系有用。我哋唔要嗰个腐肉啦，暴红陷阱。唔要啦，唔系攞嚟装喺我屋企有用喎、啊，我唔要个木板啊，我好多原木，直接翻屋企先而家，因为距离嗰个屋企个脚程有啲远，我行到翻去可能已经系五点啊。如果唔系我做唔到准备就会俾人打啊！仆街，哇哇哇，喂，唔打讲笑咋？冇啦，冇搞啲乜嘢啦！佢会追出嚟啊，癫狗，死开啦！费事你又死，我睇下嗱，我而家翻去睇下咧，我个物品栏，佢嗰个单车佬佢寄翻啲木板俾我哋，哇，好远喎，仲有，叫佢哋放低武器隻抽。屌佢警棍嘅延伸啊，手臂延伸啊，点会睬你啊 ？OK， 我哋几多人睇直播而家？记得俾 like 一下。喂，阵间咧再讲多次，我哋阵间会试下只流星蝴蝶剑。哇，佢啲时间跳得咁快啊！喂，真系行翻去，哇，唔止五点啊！哇，好彩又提早翻屋企啫。你睇下，我就系计时计得几准啊！哇，佢时间快到倒水啊！OK， 我喺嗰啲门口咧装定嗰啲暴红陷阱可能会好啲啊！睇下先，佢有冇摆低书包啊？冇咯，佢冇摆低书包咯。木门关闭先，依度咧就加固。好，依度加固咗，依度窗灯要打开嘅，发电机。先锯木机我就摆翻啲原木啊木材摆喺另一边先，原木就摆喺度，我翻去升埋个工具箱煮埋啲嘢食。哎有啊，有背囊啊，哎醒目啊吓，先煮埋个蘑菇。哎又升咧，第三只眼、啊，
一段时间内攞得周围全部视野，我嘅血液会伤害敌人。一段时间跑步内不消耗体力，依一个有用，依个啦，但系要拣缺点、哦，对毒嘅抗性减少了，就依个。哎呀，要去梦境啊！唔记得咗，唔记得咗，唔好唔做星住添。但系佢啲梦境嗰啲解法咧，我觉得好难解啊！嚟啦，我有冇嗰啲石头啊？冇晒石头啊 ！OK， 其实佢呢啲任务要点玩都唔知道，我哋跟住白光走啦。草同树嘅气味，又入猎人梦境，每走一步就好似天旋地转咁样。哇，个脑有事喎、啊！唔好行红光啦，应该系跟白光行嘅。我想就在这儿了、啊，乜嘢啊？冇想到会来客人，一具普通嘅尸体，脸上带着笑容。你睇嚟累极啦，躺在我身边，一起感受呢片大地。树木外平回地呼哼着，佢哋嘅歌声如此美妙。你听见了吗？躺下啦。诶、欸，吓完咗噶啦？喂，咁我呢个任务系成功定失败啊？吓、啊、又唔讲，升级工作台。好，跟住木板咧要升级啦，升级木板，更多钉子。没办法进行升级了，我先升级工作，咪升咗咯，要再升多嘢啊！好，更多钉子，轻型材料系咩嚟噶？减少攻击时耐力消耗。好，修理翻佢先。好，我把武器而家劲咗好多啦，跟住就有提灯可以整咯。仲有啲咩啊？有手枪。跟住轻型护甲，哇 ！Oh my god， 开始劲啦，但系冇斧头、啊，有镰刀，不能打断敌人的攻击、啊，要升级工作台才能制造这个。哦，咁即系其实我头先攞嗰个工作台都有用嘅，煮埋个昆虫先，面包不能煮这个，不能煮这个，不能煮这个。摆翻晒啲 item， 等阵间要用铁链啦，跟住烈酒可以摆低先，面包、暴龙陷阱、信号棒全部摆低。Oh my god！ 我啲物品翻嚟啦，我翻嚟啦，你好大镬啊 ！OK， 哇，原来我之前搜刮咗咁多 item 啊！升级物品我有冇得升自己个背囊啊？冇得升背囊嘅，哇死啦，天黑啦！我要翻去开翻 generator， 好，喂，摆低晒先，摆低晒先，搬家啦我哋，哇，其实我都几多 item 噶 ，OK， 坟墓之梦，躺进坟墓就失败，拿起旁边嘅铲子把裂头怪干掉，喂，有冇搞错啊？佢啲任务都冇咁，佢啲牵事都唔明，鬼知系咁解咩 ？OK， 我哋要放暴熊陷阱、哦。哎呀，我冇带暴熊陷阱先，等等啊，依度爬入去先，睇下有几多个暴熊陷阱。废金属武器零件，暴熊陷阱。OK， 仲有啲咩啊？不能打小刀可以做头铡和近战武器咧，依把刀好似有啲劲喎。爆炸筒有咩用啊？咁样先，你冇细心观察，其实观察唔到啲乜。你有观察到啲乜嘢？你有啲咩头绪啊？你讲到系威系细咁。OK， 好，摆喺度啦。OK，
嗱，摆门口呢班契弟成日拆我斗，我就摆正喺门口，你哋吔屎啊！你好大镬，同你讲，够胆嚟拆我门口咯？我话闩门喺度挂网先。哦，条戆鸠叫你瞓坟墓，你就照住，做咩唔打佢？喂，我鬼知打佢咩？二选一，我成日做呢啲母亲的抉择都选错嘅。啊，我冇运，我只能讲我冇运咯。估冇得估啊！呢啲真系，哦，旧星旧鸟星级物品栏，其实佢物品栏喺边度升噶？我唔知道佢喺边度升。头先嗰个星级位冇得升，夜间庇护，这类嘅保护性气体能令到你度过黑夜。人哋叫你打科兴，系咪照打？喂，咁头先条友个样似信得过啊嘛？鬼知咩？唔紧要啦，我有个劲嘅钉板，我有个劲嘅钉板，唔使怕佢。工作睇下得先，阵间出去咯。定系我而家出去望下咧？反正呢度都安全。好，咦，我冇嗰只表嘅话事啊？系喎。睇先，点样升级我嗰、那个？背囊啊，冇啊，工作台冇得升啊。物品难升级，哦，依、這个 ，OK， 多两格，好好多啊。一次性手枪，不如整个旁身先咯、啊，刀仔又整个旁身先，跟住夹壳阵间攞去卖嘅，然后攞翻只手表，等佢啲时间慢慢过，时间过得好快啊！而家钉木板，金属丝，哇！仆街，有声有声，哇！顶你个肺，打交啊！哇！解爆啦、啊！好、哦，成日爆门入嚟呢班契弟，哇！攞定啲绷带先，好大镬，有冇绷带啊？哎，我卖晒绷带啊！好、哦。整定两个先，好，一次性手枪，跟住开锁工具，好 ，OK， 开锁，哇，又嚟啊，哇，又出狗嘅喂，喂，我唔想打狗啊，哇，好大镬，好大镬，哇，救命啊！扎笔底，哇！佢撞门啊！扎笔底，哇！一次性手枪啦，直接有种有本事开门。好、哦，你等我补补佢先。哇！好彩有绷带。哇！又嚟啦！哇！点解今日夜晚咁难挨啊？喂！哇！又嚟啊！条粉肠爆门入嚟系嘛？喂，开门俾你啊！唔好作，哇，食屎啊你！搞我对门，好大镬啊你！咦、哎，轻松啦，就系咁简单，闩咗对门先。好 ，OK 啦。喂，冇问题，就嚟天光啊，唔使惊。出面有啲怪声，每过一晚就越嚟越难，系咯个第二区有啲癫喎呢个地方，就嚟诶、应该过到噶啦呢一个，哇又我听到有声，我应该要整多少少陷阱啊，我整陷阱我封三边咧，咁我一嚟啊夹佢，一嚟啊夹佢，咁我就会过到啦。好，天光，准备我哋卖嘢之类嘅啦喎，小刀，铁链，铁链阵间过去嘅，夹壳卖嘅，奇怪肉咧系煮嘅，玻璃樽，唉，唔知点解会有个玻璃樽喺度，行定出去一层，哇，咁红嘅一个地方 ，OK，
第七日啊！喂，我觉得玩得好靓咯，生存大师都唔想讲有啲劲。睇先啊，我哋煮咗嚿肉先，煮咗嚿肉，跟住就绳子摆呢啲摆，再揾个商人。睇先啊，佢有啲咩卖？其实佢卖蘑菇啫，攞嚟煮啫。手錶我買咗啦，係喎，嗰條友冇寄個斧頭刀俾我，斧頭印俾我喎。佢哋話鐵鏟頭勁啊，高壓氣罐。你好大鑊，我決定膽小貨金，點解啊 ？Stargazer 好失望喎、啊，本台咁值得支持，好台不支持嗎？他點了點頭，我而家錢啊多啊。但我唔知道可以买啲咩好，好声望五百几，但可以揾佢买啲咩咧？啊，我升级工作台有个枪嘴嘅，睇下先，手枪，我要个枪膛同胶子，铁铲咧，铁铲头同埋胶子，我哋睇下个铁铲头同埋胶子又有冇卖先，有胶带一个，铁铲头四百五，再加个胶带 ，OK。我哋应该有劲武器啦，再加埋我个木棍就可以成为一把大范围嘅重武器。点啊？我就系要呢啲，我已经有装备啦。我而家要整埋护甲，呢个咩嚟啊？整翻轻型护甲先，佢要个鳞片，唔知乜鬼嘢鳞片嚟，系咪头先就系呢个甲壳啊？好似戆居喎，卖俾佢。铲有啲通道要用，但你浪费咗唯一一次免费机会，冇啦。提灯用唔用好呢？提灯整一个啦。好，头先我依个轻型护甲系咪甲壳嚟噶？好似系甲壳嚟嘅。卖啲腐肉，卖个土豆，卖啲肉粒，应该就够钱赎翻个甲壳，系啦。哎呀，斧头印喺度，睇下先。金属丝 ，OK。友情提示费事话你冇运星三级时，能够梦到一座教堂。首先到教堂右上攞开锁器，然后打开咗，喂，迟啲先算啦。然后打开左侧的门，进后关门。哇，太多了，你到时再讲啊 ，King Kong 然都系霍金啊，熟翻个甲壳翻嚟先。咦，我熟咗未啊？肉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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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其实土豆有冇用？土豆卖埋都冇用。唔系，土豆其实应该可以煮啊。先，升级工作台喎，要有个枪嘴啊，边度整个枪嘴俾我升个工作台啊？冇个咩喷嘴俾我升工，即系整唔到个护甲啊！其实啊，都系我今期康言，但系 too long 啊 ，can't read 啊。小刀可以收埋啦，而家有两把劲嘢，绷带带一个出街。仲有冇嘢需要卖啊？应该冇噶啦喎。加苏链，我不如 feel 埋啲加苏链，跟住走啦。好 ，OK。呢只 game 咧，体量而玩好刺激。系我玩乜 game 都刺激嘅。啊，呢个世上最有娱乐性嘅直播主，你就系睇紧呢个啊。啊，熄咗发电机，唔记得熄咗添。药丸啊，其实药丸有咩用啊？暴红陷阱，哇！佢哋有冇踩夹啊？佢哋好似冇踩夹喎、啊。算啦，這个拆咗佢先。我啲夹应该系装喺个门口会好啲。好，佢喺庇护所冇出去咧，佢系暂时唔计时啊，所以我而家慢慢玩都得嘅。跟住燃烧瓶呢啲冇乜用，
物品栏快捷栏升级系、哦，我冇整个快捷栏、哦。佢要嗰块碎布系乜鬼嘢嚟噶？好，我睇下有冇机会买到嗰啲碎布先。依、這个布，哇，450蚊块布料啊！好贵哦 我铁铲 ，OK， 我而家去装翻个锁链先，锁链嘅康尼先，开锁器，整定啦。诶、欸，有蘑菇，仲要系大型添啊，正啊。OK， 积住啊，哇，而家有排都未升到三 level。只 game 其实玩有几耐玩噶，我想知道，都要几襟玩啊！有排都未走到出去啦。哦，依度捐大窿，直接去嗰度。跟住咧，依度我记得有个井嘅，但系依度啲村民会嚼我噶喎。系啦，依度有个井嘅建造。修复水井有咩用呢？整呢个水井有28日哇！进入系咪攞嚟偷锁匙啊？诶、欸，有得返回地面嘅嗱，佢呢度又系锁死你啲时间探索火把信号棒。OK。呢度我应该要装翻个提灯啦。好，咁样成件事光好多，成件事易行啲。OK， 佢有啲原住民嘅画喺度。哇，要打架！哇，咩嚟噶？哇！哇！打架啊！哇，咁恶嘅啲怪。哇 ！OK， 嚟啊！点唔见咗只嘢？哇！听到听到，举定棒都得啦。我拎铁铲啦，不如。哇！咩地方嚟噶？哇！呀！呀！轻松啦，咩啊？小型唔知咩尸体，塑料玩偶，哇！俾个公仔个把鬼啊，咁鬼恐怖嘅。诶，有蘑菇。哇！依度似乎系一块宝地嚟嘅。好，哇！个铁铲其实好劲啊，佢两下 KO 只怪啊。OK。哦，佢呢个星咧宝地嚟噶，呢个拎洛阳，哦，返回地面嘅喎呢度，哇，呢度点都行晒佢先翻地面啦，系嘛，反正无限时间，系啦，佢入到呢啲咁嘅位咧，即系安全地方啊，水井、室内地区、地图以外嘅范围就唔会限你时嘅，咁就好好多咯。风水宝地，但系冇地图。我小型猎头者啊，呢啲叫做。Do you need Google Map？ 要啊，唔系好识行喎。我头先我行咗下面未啊？哇，路痴啊，完全唔识行呢度。嗱，好多地方都系封死啊，纯粹咁啊，纯粹过嚟挖蘑菇噶咋？我挖咗五粒蘑菇、啊，跟住拎翻去煮啊，发达啦。某啲村民生出嚟嘅畸形儿，然之后俾人强制抛嘅，哇！故事组。故事组又尽显功架 ，Vincent 妈讲得好啊！十下佢就 KO 你个铲，咁但系冇办法，我点都要用铲打，呢度啲怪，嗰啲猎头者好劲啊！
你用普通木棍未必打得赢佢，宁愿呢度都要用啦，呢啲冇得唔用。你悭嘅时候，你死你要用绷带仲麻烦。哇，佢条路系咁多嘅啫，好似冇乜地方行咯。呢度上翻地面嘅啦，系嘛？上翻去睇下。哇，呢个咩地方嚟噶？呢个都系个村庄嚟嘅。咦，呢个系阿婆间屋嚟嘅，好似系嘛？哇，劲多蘑菇，我翻去又升呢噶啦。喂 ，King Kong 然，你准备你头先嗰句货金嗰句攻略吓、啊？我应该咁样，我咁样挖蘑菇法，仲唔翻去升呢？面包、鸡蛋、塑料小鸡，鸡蛋食唔食得噶？拎去煮噶。障碍物铁门 ，OK。哇，咁多鸡蛋系咪全部攞嚟煮啊？沾满鸡饭，哎，呢条钥匙应该就系俾狼人嗰条钥匙啦，我谂。好，应该冇啦。你升咗先，我而家准备翻去啦。先，我冇记错，呢度好似会遇到个村民。冇啊！好，我不是讲过要找小鸡鸡系啊，所以我而家攞到条钥匙啦，就以物易物换咗条钥匙，呢条村庄应该就唔使再翻嚟噶啦。佢纯粹嗰条铁链系货你，方便你过嚟嘅啫。诶，呢度仲有得行喎，一场嚟到探索下先咯。但哎哎咪住先，我应该熄咗个提灯，唔好嘥嘢。啲鸡系咪嚼得噶？哎呀，鸡头啊，有啲咩用啊？烂鬼村民，喂，呢度好似冇用咯，得个大字嘅啫。我搵唔翻个大窿，我要经个大窿走啊！有冇人有印象嗰个大窿喺边啊？因为我就捐翻入去先。死啦！我捐翻落个地底走先，唔知点样行。好多人都系二拣一，做咗一边就做唔到另一边，所以呢只 game 其实应该系俾你玩几周目。系咪咧？几周目咁样玩咯，因为每一个周目你都会有啲新嘅体会咁样嘅。斩鸡头烧王子，哦，屌！其实佢呢啲咁嘅地穴无限时间嘅话，其实都冇话只 game 好紧张。有人话咩只 game 好紧张，好难。又话咩睇我玩睇到好似好紧张咁，但我笑而不语，我真系唔觉得话特别难啫，好轻松。你睇下我而家同大家谈笑风生咁打，都唔觉得有啲咩问题啊，好 easy 啊成件事，同埋认路都易认嘅。佢好多嗰啲signature嘅标志咧，集齐鸡头左翼右翼，咩黑暗大祭司结局乜嘢啊？讲个乜嘢啊？好，上翻地面啦。Gameplay HK 难度你想点收爹啦 ？Gameplay HK 连呢只 game 掂都唔敢掂啊，仲敢 say 啊？成只 game 打狗最紧张系啱。诶，饮水井。咦？出一出翻，喂？点解出翻嚟呢度反而计时嘅？呢度唔系自己安全室嚟嘅咩？得先，我要煮咗啲嘢先。蘑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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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蘑菇。鸡蛋唔煮得咁有啲咩用啊？睇下先啊，依度，面包，提灯 keep 住，
雞頭唔知有咩用嘅。火把、信號棒全部擺低。有冇得升呢？磨印口造成更多，哇，有得升喎、啊！輕型材料大幅提升武器嘅耐性喎、啊，改良材料要用鐵通升我把鏟，喂，我把鏟都有得升喎、啊、，OK 喎、啊。但系修理个铲系要几？修理个铲要铁同埋要木啫。咦，我其实用铲已经可以一铲走走天涯啦。好，新观众可唔可以解释一下咩叫 Gameplay HK 难度？哇，又要解释啊 ？Gameplay HK 难度就系即系 easy 啊，嗰啲咪 Gameplay HK 难度咯、啊。即系你留意翻，你有冇睇过我哋？全港最大拍 gameplay 出废片的台、啊、叫做 gameplay HK 短片攻略、啊、夠膽死叫自己攻略，但他的攻略呢就会用 easy 难度跟你拍，他解释的原因呢就是等大家呢有更加好的劇情体验、啊、所以呢这个难度就叫做 gameplay HK 难度啦，这个就是这个本台抽佢水嘅一个典故。喂，仆街又踩蘑菇。好。哇，你点行啊？我唔记得咗个营地喺边喎。诶，行过龙嘅？咪人战狗收爹啦！唔记得咗条路喺边添。啊，啱啊，到啦，到啦，到啦。好，是不是要展示物品？沾满鸡粪，诶，塑料小鸡有冇用呢？冇用，俾个钥匙佢。你竟然成功啦，小瘦肉，出乎我意料。咁啊，谈谈奖励啦，嗰、那个泳衣咧就系藏在呢个地方，但系佢与世隔绝，绝不会让外人踏进半步，因此这情报对你来说可能冇啲咩用。你眼神是他妈是怎样，我只保证告诉你是他在哪，而且我做到了。好，现在离开了视线，小瘦肉，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如果你想维持我俩友好的关系，就来古老之心的北方找我，我能遇见光明美好的未来。把这送给那个疯婆子的谢意，他说你那美丽的妹妹真棒，什么来的？咁送个鸡头俾我啊！好，睇下先。而家佢走咗，呢啲箱开唔开到啊？开唔到啊！好，佢话去北边喎、啊，即系行呢度，应该去第三 shelter。成日觉得地图好细，我哋玩埋呢度，咪其实差唔多爆机。咁我哋不如而家去呢个皮奥特克嘅住宅啦。既然咁多时间，我哋用呢个每日一次健步如飞大法，无限精力啊！狼人箱子密码属于无解游戏内一个游戏内档案一个一个试。哦，咁冇啦，算啦，我又中毒啦，扑街！整定个绷带先，好大镬！哇，边个做咩？哇哇哇哇！打架啊！好大镬啊你！哇哇，二打啊喂，对唔住 ，sorry sorry， 讲笑咋？哇仆街！唉，好大镬，好大镬！哇，仲追啊？喂，唔好啦，又有鹿又成，喂，打屎忽咩？毒死啦！冇啊，冇追啦！集分帶，集分帶。OK， 好彩有分帶。我而家喺度边啊？诶、欸，话咁快，是时迟那时快，我哋已经到咗呢个住宅啦。啊，我之前未嚟过噶嘛。OK， 哇，佢四三四只怪一齐正我，一堆垃圾，铁锅有肉。OK， 全部加固晒。曾经是拖拉机，现在只是锈蚀的废铁。这些地方都没用、啊。好，血已经补满了，很轻松啊。
哇，垃圾喎，讲紧你哋喎。OK。哇，顶呢度要火把喎。哎呀，要燃烧入去喎，定系我危个人胆大冲入去咯？咩啊，佢哋？佢哋咬咬我啊！轻松啦，加固门有伤。其实那些中毒位不需要说哎有工具箱，但是没有蓝图。哇，鬼知乜嘢嚟嘅咩？咁写乜？好。哦，依、這个住宅纯粹拎啲普通嘢嘅啫。哦，依、這个直接走。嗱，扣好少血嘅啫。你有哇？哎，扑街，见唔到有，见唔到有蘑菇添。顶。有冇绷带啊？有冇及时雨啊？冇绷带喎，好大镬喎！我而家会唔会中毒死咧？十一点几，我依度离我屋企有啲远啊！看似一个废铁仓库，墙上满是真菌同蜘蛛网。哦，有一块碎布，我要攞多块碎布啊，整到绷带啊！我闻到呢个松香嘅气味喎。皮奥特克、哦，哎，我冇听见你进来。呢、這个小伙子眼睛咧喺房间里四处晃荡。我琴日执到呢个扭动着嘅金属小玩意儿，佢躺着地上不喜欢草乜嘢嚟噶？你身上有金属玩意咪吗？俾个塑料小鸡你啊！突然兴奋了起来，话说你看见我嘅座驾吗？蓝图咧，太空火箭嘅蓝图。有咩交易啊？铁链、武器零件，佢都系卖啲垃圾啫。佢有金属管咯，佢而家声望有50。我要金属管嚟强化个铁铲，咁啊，不如攞火柴去同佢换啦。火柴换金属管 ，OK。手表嗰啲唔使啦。有冇绷带啊？古老之心地图啊！工具箱我唔使啦，我升咗啦。卖咗个工具箱换地图，因为啊嗰、那个狼人叫我去古老之心啊嘛。咁跟住碎布，换啲碎布翻嚟啦。OK， 可以啊。第二个 NPC 开始有分支剧情好啊。好，而家有多个绷带唔用住嘅，有得用佢嘅工作台。升级物品升唔升到啊？磨改良材料、轻型材料。OK， 咩工具箱都买咩啊？工具箱咪之前打咗有啦嘛？咩啊？我工具箱我齐料啦喎，仲佢工具箱我唔系升级个咩嘅啫嘛？好，走得啦呢度。佢攞嚟升级个工作台嘅啫嘛，工具箱我都升爆咗咯。佢之后系要用第二啲啊嘛，买电线有用，迟啲先啦。我唔够钱啊，根本我以物易物唔够钱咯。其实我好多汽油可以攞去卖嘅，不过我哋而家我哋睇下嗰个咩魔幻森林喺边先。嗱，猪棚喺上面。其实呢啲位置未行过，但系我哋要上呢个森林。而家时间系12点，我哋计过上次行去嗰、那个由猪棚行翻屋企要1个钟，咁我 around 5点钟我就要翻屋企。呢度行埋左边睇下有冇啲咩先，睇嚟都系冇乜嘢啊，你得啲烂鬼 item。好，左下角我哋沿路。坦克残骸又嚟啊！有打交打交，哇！街霸掉石仔佢队啊！哇喂，黐线有啲怪，有啲癫，我识远攻嘅。哇冇啊！喂冇啊，讲笑咋？打交啊！好大镬啊你！
咦，佢嚟轻松啦，仲有边个喺度掉石仔啊？哇，你条粉肠仲掉啊？咦，轻松啦 ，OK， 哇，诶，系有赚嘅。我哋用一个绷带换嚟三块碎布，两个碎布可以做一个绷带，即系我哋系赚咗。哇哇哇哇哇！咦，哎，物品已经不能用，用铁铲啦，一嘢收你皮啦！嚟多镬 ，OK。哦，哇，佢有木杖喎、哦，正喎、哦。等先，我用火柴，唔要火柴啦，换鬼咗呢个火柴佢。木杖。哦，坦克残骸冇嘢拎嘅喂。搜索，哇，系子弹夹喎。玉利唔要。电池先啦，拎咗。跟住就列走开锁器，玻璃樽、石头唔要，中口径子弹、小口径子弹，但拎晒弹夹先，弹夹值钱。原木其实木我有好多嘅，列走可唔可以堆叠？列走可以堆叠，中口径子弹得一粒啫。汽油，汽油攞唔攞呢？好、哦，诶，食咗嗰个地图就可以咁样腾空个空间。OK， 哇，你睇我真系一次性手枪、啊、又，哇死啦，好多 item 啊！使用一次就会报废，但系依啲好有用、啊。原木唔要啦，燃烧瓶、药片。火柴，哎呀，呢度好多嘢执啊，但系执唔晒啦，要翻去啦。顶，哎，翻屋企先，翻屋企先，呢度冇 shortcut， 行翻去有排行，系咪冇得用啦？健步如飞冇得用。哦 ，pistol cans， 哦，应该唔得啊，系啦，冇得堆叠嘅。哦、其实我直接用鬼咗一次性手枪咪得咯，冇得 stack 啊！迟啲先翻嚟啦，如果真系搞唔掂就，呢个咪水井嚟，醒醒啊！唉，冇啊，算啦，迟啲再翻嚟换系咯，直接走，好一路。只要向住右边行就搞掂，翻到去应该六点钟。六点钟我已经冇得再探索更远嘅地方咯，应该去边咧？如果系，哇！呢度封死咗我嘅。好，成个地区应该清晒啦。我哋下个日出咧，就应该会直接去嗰个咩魔幻森林噶啦。哇！好多怪打喎呢度，哇！顶你个肺啊！诶、欸，诶、欸，嚟试下我把手枪先，好大镬！喂，冇嘅喂，哇，会唔会太废啊？哇，喂，唔够打啊！喂，咁渣嘅把手枪。好大啊！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Sorry， 讲笑呀，讲笑呀，讲笑，唔打，唔阻住你哋。黐线，只 game 嗰啲攻击真系超鬼难捉摸。我手枪咪掉得噶啦。哇，好鬼废咯！嗰、那个咩一次性手枪，我攞嚟卖俾 NPC 仲好，$50一把。我射一飞用$45喎。吓、啊？边有咁戆居嘅 item 噶？射唔中啊！喂，我头先明明瞄晒噶，我唔明点解打佢唔死咯、啊？好、哦，咦，我攞嚟搵狼人卖咗啲，哇，水已经干啦，喂，好大镬喎、啊、！OK，
储一储存先。我油哇，我好多汽油咯，我想讲。升级物品依、這个改良材料，提升武器耐用性 ，very good。跟住轻型材料要胶带啊，我未买胶带，我要拎啲嘢过去卖喎、啊。煮埋啲嘢先，煮个蘑菇。其实木棍我可以仲做啲咩 item 啊？冇啦，木棍收埋先。我应该攞少少嘢去卖。手枪呢一啲嘢咧，佢个一次性散弹有手枪啊，呢、這个武器零件同埋胶纸啊要。嗱，手枪呢两支咧拎去卖嘅，我哋系时候咧有啲嘢可以攞去卖噶啦。例如攞买啲咩咧？其实电池我到而家都唔知有咩用，小刀就小刀卖咗佢啦。头扎同近战武器，近战武器有个木铲都够啦。爆炸筒又再卖埋佢啦，应该又够钱。我嗰边个声望都高嘅，哇！但系时间已经，你把铲已经冇得再强化系咩？五点啦，惊鬼佢啊！五点啦，惊鬼佢啊！老子什么都唔怕、啊，哦，整唔到护甲诶、要升嗰个工具箱先至整到护甲。好，佢六点半开始黄昏，跟住九点先唔系19:00先系正式天黑，所以咧就其实我还有好多时间嘅，唔需要话咁惊。啊、一早就要匿埋，得翻一滴血都咁串，黐船一滴血走天涯啦！喂，不残血不会玩，施成东哥啊！咦，个狼人，哎呀，扑街个狼人走咗啊！系、啊，个狼人去咗第二度啊！佢要我去北边、啊，古老之心，系、啊。咁即系我而家唔可以揾阿狼人买嘢、啊，等睇踩菇死应该唔会咁唔好彩咯。我应该踩咗好多，啲菇系唔会再生，所以应该冇问题。饮水冇啊，干涸咗啊，你睇唔到咩？头先写到明，似乎已经干涸了。所以我其实今晚系需要嗱，我今晚要点样过呢？我要扎个绷带先嘅。好啊，血要啊，要啊！我收你埋我嗰个木棍先，我要预备两把武器，有两手嘅准备。好，首先我要整少少暴红陷阱，如果唔系今晚应该有啲难挨。收你先啦，跟住要整暴红陷阱定系锁链陷阱？其实我唔知边个陷阱有用，不如我系索性唔整陷阱。唔整啦，好，既然系咁，好，我哋预备埋把刀仔 ，OK， 就咁啦。升唔到啦咩？我而家把铁铲，佢净系可以升两样嘢嘅啫咩？升级物品，系22，系。佢一把武器最多可以升两种嘅啫，即系冇得再升上去的。啊，绷带补咗血先系啊，绷带好，重伤时嘅救命稻草啊。OK， 回血得啦，你同我定啦，计好晒数，镜物入到嚟开翻对，开翻盏灯先补，慢慢嚟。咩咁心急啫？喺度补咯，啊！你咁惊做乜？皇帝唔急太监急，啊！冇嘢好惊啊！好，呢度不如锯锯锯锯锯。顺便，其实我可以继续喺度玩下先。好，入下汽油啦。其实我惊突然间熄，我惊突然间冇电。好，OK， 个发电机我好似好耐冇补电，
一阵又怪，有怪又喺度叫。唔系啊，有怪咧，其实最麻烦系你补唔切血噶，会补唔切血嗰下先得人惊，因为佢补血系随随补，冇信补啊。冇信补系一件好恐怖嘅事嚟。而家进化到闹棺再下人收爹啦，都污蔑我啦，讲笑又要啊，讲笑又认真，呢啲位又要认真。其实把刀仔系咪真系冇乜用啊？哇，啲 item 多到咧，真系玩得有啲劲啊 ！OK， 好就咁，唔好低估万上。哎，等下先。哎，哎，有声啊！有声啊！OK， 冇啊，冇嘢好惊 ，nothing to lose。油灯补油，补咩油啊？哦，唔使住啦。其实佢哋话咧可以出去咧，探险嘅，即系睇下会唔会有机会攞定啲大武器先。佢话有机会咧村附近会有蘑菇噶喎。但我惊濑嘢遇怪魔，我即刻变大个。我唔作死便不会死。而家我 feel 到，我 feel 到，哇哇哇哇！救命啊！喂，当我冇讲过，当我冇讲过，讲笑啫，讲笑啫。闩翻对门先。喂，我都系唔出去啦，冇咩事。冇咩事，我都系唔出去住。哇！俾人开咗对门嘅，我自己开嘅。哇！唔得，真系唔可以留喺度。哦，发电机有得睇佢嗰个电力嘅，原来我而家先知道。哇！做咩啊？哇！咩事啊？喂喂，鬼鬼地啊！喂，冇嘢啊你！顶你个肺，死开啦！出翻去啊！哇！好大镬啊！哇，我好大镬，我好大镬！补翻绷带先，开我门，顶你个肺啊！好，补下血，唔怕唔怕唔怕。OK OK。夜晚其实是只是怕野人的，除了野人没什么好怕，我们站角落头顶住就可以了。很多怪都不是人形准备，其实 一支铲够不够我玩呢？什么进来试寻收爹啦，死站角落头就可以了、啊、不怕不怕，没问题。又成功捱過一晚，真係輕鬆。好，開翻我自己個直播先。六百幾人喺直播未翻個 like 啊？喂，唔好俾 dislike 啦，六百幾個 dislike 好心痛咯。人哋特登走出去買 DP 線，為咗開翻個直播，嚇遲咗半個鐘又要俾你哋咁樣俾 dislike， 唉，好心酸做直播主。揾嘢頂住對門先，冇啊，依個哎仆街。因为呢度前后都是门嚟噶，所以冇嘢顶住噶啦。角落头一眼观七个镬先咁，哇！开个门，哇！佢敲门啊，边条友啊？哦，佢敲紧后面呢度啊，冇问题啦，佢冇搞我呢度，佢唔搞我呢度就得噶啦。点解一到夜晚嗰班村民就会癫嘅？佢系咪迟啲会解释翻噶？天光啊！而家出去应该差唔多啦。哇！扑街！走先，走先。契弟，唔好搞我对门啊！哇哇哇！讲笑咋，唔够打。哇！扑街！天光，天光，天光！八点啦，八点啦，八点啦！哇哇哇！
八点八点赢啦，轻松啊。OK， 获得声望商人150蚊。OK， 好，嗱，我要买胶带，买一个胶带。红鸡蛋有咩用啊？高压气罐。首先我要依个枪拳，我要整把枪，但系咧整枪就要子弹。好，睇下先，有胶子啦，但系争嗰个枪，诶整唔到护甲咯，要有升级工作台。卖咗啲嘢先，交易枪枪，依个小刀。手枪框架450蚊，而家系300几蚊，就未够钱。我哋储多一轮钱就可以够换啦。卖咗啲垃圾先，卖咗好多啦。其实鸡头有啲乜鬼嘢用？我哋 keep 住先啦。而家冇咩好升咯。铁铲收唔收你好啊？其实个耐久度都好高。修理咗把最佳状态，咦冇噶咯喎！其实点样整子弹？佢冇得整子弹咧，其实你整把枪出嚟系冇用噶喎。系咯，我都冇手枪子弹。唉，300几蚊有啲咩好买啊？都冇咩好买啊！布料，其实我买布料升级我个快捷物品栏都有用。不过争啲钱，唔买枪啦，我宁愿买解毒剂药啊！我升呢个快捷栏啦，我睇下先，卖咁啲樽啊，卖咁啲油桶好冇咧？其实木板都值得卖嘅，我木板都多，唔系，但系木板成日用。小口径子弹弹夹，中口径子弹弹夹，卖咗啲子弹弹夹佢啦，鸡头。麵包都卖埋啦，唔系面包系补体力噶，鸡蛋可以卖、啊，枪拳唔系升工作台，唔系嗰支升呢个系气枪嚟嘅，气枪呢个商人冇卖，应该系个狼人卖嘅，卖鸡蛋。吓、啊，佢已经装不下，吓、啊、咁样计噶，吓、啊、即系我要揾佢买啲嘢。喂，你装不下你问题啦，你自己揾谂办法装佢咪得咯。好，我点帮你装啫？哇，你真系识讲笑啦！吓，咁点算啊？喂，你自己拎住喺身咪得咯，咁搞我啫？我想买埋嗰个布料、啊，450。我求其买啲平平地嘅嘢，加苏链50蚊，废金属我哋求其买佢啲金属，再卖翻啲鸡蛋俾佢。好，争顶你个肺，争6蚊，争6蚊，唉，面包拎上身。玻璃樽呢度50蚊，唉，我买啲咩贵嘢俾佢可以卖到钱啊？唉，有冇啲咩平平地嘅嘢啊？交易现场70蚊鸡蛋，60蚊药片，蘑菇啦、啊，蘑菇50蚊，要攞啲高过50蚊嘅嘢卖俾佢、啊。啊，买多卷胶带啦，买多卷胶带，买多卷胶带。好，嗱，我哋摆低个胶带啦，然之后咧就换翻一 set 木俾佢。好，一 set 木几钱啊？30蚊，诶唔得，要高过，唉，好低能啊！子弹弹夹，睇下先，有啲咩系值钱噶喂？哎。5个玻璃樽啱啱好啊，好似
五个玻璃樽啱啱好，跟住布料搞掂。OK， 好，升级物品。其实升物品栏就加两格，快捷键就加一格。系快捷键啦，快捷键点都要啊。好，只 game 好真实，多谢霍金啊！面包，面包攞嚟赶路用嘅。好，我哋而家准备我哋嘅新地方啦。我而家应该要去呢个古老之心庇护所噶啦。但系个问题嚟啦，我而家工作台咁多物品咧，睇下先。我个单车车铃系要拎翻嚟嘅，单车铃系要拎嘅。跟住我应该，我应唔应该攞啲攞少少 item 出发咧？如果我唔攞少少 item 出发咧，我惊嗰条友运唔到咁多，我起码都要攞一支烈酒嘅，攞两支烈酒先。我咪要带少少嘢出街咧，啲贵重嘢跟翻身先，系咪咧？跟住 repair your weapon， 好，我修理埋物品。因为我记得个背包佬咧，最多可以拎三四行嘅啫。今晚系咪 OT 流星系啊？你快啲 download 1.08.3 版 ，download 埋个 VLAN， 咁我哋就可以玩啦。未玩上有自动波 OT 多一阵噶咋？睇先嗱，依度烧毁嘅房屋好似行唔到上去，我系咪要经依度上去啊？有啲远咯，我哋赶路啊，速度啊，好。口水要走啊，水井又干啊，系嘅咩？鸡头一定要拎，乜鬼嘢？点解要攞鸡头啊？今晚咧唔系听日，听日玩 Mountain Rise 试玩啊，佢出新龙啊 Mountain Rise。但系咧有冇方法咧 Switch 可以连固网啊？我成日觉得 Switch 咧，我因为而家用 WiFi 咧，屋企个 WiFi 好唔稳定。拎啲必需品，留两三格方便拎其他嘢。我而家就系留好多格方便拎其他嘢咯。计，我定系翻去再拎翻少少嘢先咧。单车佬系咪可以拎两次？系咩？可以拎两次噶？咪先，我而家翻去做一拎多少少先。怪物以猎手者巨犬为主，这区真的要有枪才行、哦。喂，但我冇枪、哦，咁我依点啊？商人已经走咗啦，不如整啲绷带出发啦。好，玻璃樽吉嘅，仲有啲咩需要呢？火把。火把都整一个啦，好，汽油咁啦，应该就够我用噶啦，我谂就咁，好咩啊？佢哋话猎手者巨犬要有枪，夜晚可能会遇到虫虫入侵教堂，男人会讲出密码。下有猛兽，请准备好武力同埋解毒剂。讲到咁恐怖，哦、但系今次只狼咧冇俾到个 location 我、哦，个狼人营地冇嘅、哦。我呢度应该系要食块面包出发噶啦，吃块面包先，增加嗰个体力。好、哦，回气快少少，行都行得快啲啊！OK， 睇先，依度直上猪栏嗰度，我仲有冇嘢攞呢？猪栏嗰度好多村民，佢哋上次系喺度嚼我，搞到我冇得咩咯，冇得入去猪栏睇啊，点算呢？鸡头系关键物品。系咪呀？咪喎，我咪摆个鸡头位。喂，鸡头，哎，扑街啊！哎，解毒剂。OK， 我唔信咯，鸡头关键啊！猪村有王打 ，miss 咗好多 NPC 剧情。
系咩？有咩王打啊？无啦，点解呢只 game 要打王啊？呢只 game 只只 game 都系王。我想入去里面睇埋先。我想入多次，入多次。OK。好。Switch 要买个 USB to Internet。佢 USB 系 Type C 定咩啊？我有个系普通 USB， 即系notebook 送嗰啲咧，得唔得咧 ？USB 转做 LAN 线嗰啲咧，定系要配个 Switch 专用啊？好，我哋入多次啦。呢度有条契弟嘅，嗱，佢呢度啲声鬼鬼地啊！哇顶！哇顶！OK， 杀埋隻豬先。嘩，草乾草叉喎，係咪勁嘢嚟㗎？佢頭先拎住呢個 item 好勁㗎喎。借咩啦 ？OK。I think just USB is OK， 好啊。我要睇下個頭啱唔啱插先得。哇，其实呢度系去做乜噶？佢越嚟越大声喎，装满肉嘅容器。哇，好大只猪啊！系咪要打噶呢只猪？惊惊地喎！哇，咩嚟噶？点打啊？喂！哇，好大镬喎！我又唔想引战喎。哇，扑得哇哇！要电死佢，我知啊。佢好大镬啊！我一出去电瓜佢，系咪即系一定要电啦、啊？黐线！系咪要麻痹佢定乜鬼嘢啊？睇下先，哇！我哋今日解猪任嘅话，我哋就未必有时间。等我睇下，我哋过唔到嗰个村噶咯。睇睇先，请勿移走挡条噶嘛，重复给母猪喂食。挡条以上嘅电压可以暂时麻痹母猪约15秒。我咪直接掹走个挡条，杀咗佢咪得咯。死啦！我唔记得咗嗰、那个嗰间屋喺边噶。我唔记得咗猪圈嗰、那个有两只村民要打唔打村民住。我兜翻去猪栏嗰个正面先，掹走挡只猪王系成条村唯一食物，杀咗佢就会灭村，咁咪灭咯。有咩问题啊 ，Vincent 啊？我想问。啊、有咩问题？活世生存，仲同你和你飞啊？啊，一齐生存 ，Happy Ending 啊 ？BBQ Ending 啊？唔系啊，识玩一定系嚼低佢啊！好，得打开电力控嘅，俾人熄咗个电力、啊。哦，又攞蘑菇先。好。系咯 ，Why care 啊？包啲村民啊，唔需要担心啊！哎呀，冇电啊！佢嗰、那个，好彩我有带，好彩我有带油桶。OK， 补少少算啦。好，阅读笔记。睇下先，拆下挡条。好，睇下先，移动到下方。嘿，最大功率啊！按下按钮，什么没有发生、啊？门后可以听到噼里啪啦嘅声音、啊。吓、啊？吓、啊？喂，顶你啊！发电机正在运作，祝福喂，要维修啊！
熄咗佢先。吓？咁点啊？被切断？低能啊！我边度整个咁嘅电缆啊？要买电线。嗱，听日直播提一提我。我而家咧一点钟，我睇下有冇命赶到去嗰个咩古老之心庇护所。我系死咗句，哇唔系、啊，我哋如果而家过去玩第三关咧，我哋冇乜 gear 好难打、啊。唉，唔好理啊，过咗先。要用 DP 食面包先，食面包出发。OK，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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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心情就像过山车，唉惨、啊。最下方那间屋做咩啊？有电线啊？定咩啊？系呢、啊、条粉友呢、這个皮奥特克咧。有冇卖电？有冇卖电线噶？好似有卖喎，不如过去揾揾佢。啊！哦，直接落。屌、欸，我仲记得 day one 啊！你哋俾好多生 I 我咯，又话咩吓？又话咩？要买要揾把斧头翻嚟伐木啊！我本身仲以为只 game 生存 game 嚟啦，顶你个肺！原来只 game 系，原来只 game 系完全唔使伐木嘅。俾你哋阴死啊！哦，呢个蘑菇地就是那个人有卖系啦，我而家就入去啦。之前讲嘅流星系乜？流星蝴蝶剑咯，一只叫唔叫格斗游戏咧？咁样武侠游戏咯，唔系格斗游戏。喂，有冇人 download 咗系成功 1.08.3 版而入 VLAN 噶？吓、啊？佢有几多钱啊？而家佢冇乜钱啊！睇下先，电线$80好抵啊！卖嚿肉俾佢，卖个薯仔俾佢，其实干草叉够晒添。奇怪蘑菇，诶、欸，我喜欢电子同机械类嘅东西，唔想要嗰个。哇，咁鬼阉尖噶你！卖个火把俾佢。哇，你好阉尖啊，阿叔，咁高要求。哎，你俾个烈酒嘅系咪？哎，俾个海锁器你啊！哎，吔屎啊你！电缆 ，OK， 好，系咪有得煮嘢食？呢度唔系有得煮嘢食嘅咩？冇喎，算啦，好，未 download 仲翻紧工咁冇啦，我自己玩唯有玩下单机咯。How to download？ 我喺 Telegram， 好似 Facebook 都有 post 到嗰条 link， 置咗顶嘅，有兴趣可以去睇下。好，只 game 真系好 Don't Starve， 但系我觉得嗰个咩 Don't Starve Together， 我以前有玩过嘅，但系唔系我玩咗好短时间，但系我觉得 Don't Starve Together 有啲闷，呢一只明显好玩好多。得安全屋可以煮好啊！喂，我维修系咪佢最大功率整断咗啲电缆啊？我如果我而家再按钮会唔会得唔得咧？你估？嗱，而家电死只猪啊！试下先，控制杆要电力啊！而家 feel 电啦！哦，哇，冇电一瞬间，我 feel 少少俾佢。OK， 开翻。好，嚟啦！而家系拉到最下嘅。其实如果我拉到中间咧，就可以令到饲养员发出声音信号，就喂食嘅。咁我移除档就最大功率啦，我一嘢揿死佢，食屎啊 ！Oh my god， 电死佢啦！哇，好大镬哇！哦、我记得要熄咗啲电，如果唔系我攞唔到啲猪嘢猪嘅 item 嘅。OK， 嗰班村民应该憎到我死噶啦，而家嗰班村民应该见到我见到我会想杀咗我啊！而家我灭村啊！而家哀歉二百门嚟啦，即刻出睇下
到底佢到底会有啲咩 item 俾我？如果佢净系俾啲猪肉我咧，我真系会唔开心喎。OK， 猪公会翻嚟等你，会唔会有话有啲咩 bad end 啊？成诶，嗰单村民，我哋避开啲村民先，千祈唔好俾啲村民发现系我杀嘅，因为好大镬。OK。哇！我哋今日过唔到去新地方，我哋过埋今日玩埋呢条猪村，应该过埋嗰晚，依晚就差唔多。电死咪电死啱啊！我掰你依句，嚟啊！睇下有啲咩攞。喂喂，你唔好同我讲电死只猪冇嘢攞啊！得个蘑菇。喂，唔系咁开心啊！哇！装翻个灯先。喂，你唔好攞个电射猪冇嘢攞啊！喂，喂，唔系啊！哇，哇，咁有咩意思啊？吓？冇搞错啊！你得到了快感啊！顶啊，我唔系要依啲喎，咪棘住咗。哇，仲要中北市啊！咁点啊？你成功得到了快感同埋全村嘅仇恨值，咁点啊？你头先电猪嗰阵好绝，顶咁低能啊！$80买条电线得个吉，唔得我嬲，我真系愤怒，我而家要逃村啊！我嬲嬲地，喂，你只猪已经死咗啦，你只猪已经死咗啦，掹武器啊！食屎啦！你好大镬啊！啱啊，轻松解决，干草叉攞嚟卖。啱噶啦，你哋唔适宜存活喺呢个世界上，所有嘢归我。咦？死啦！我攞唔翻支干草叉添。喂，其实佢嘅 game 咧啲 item 重叠咗咧，我拎唔到喎。点搞啊？咁点算啊？哇，拎唔到，哇，咁点啊？哇，死啦！时间就够，冇啦，冇啦，冇啦，翻去啦！搞串人哋啲粮食，仲要得抵啦！杀只猪王俾啲垃圾我，啊，真心嬲啊！而家草草地啊，我嬲起上嚟，佢灭门抄家，个森林系唯一正常人嘅聚集地，咁又点啊？关我咩事啊？我都好正常。喂，人唔，我见步如飞大法啦，要用。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啦，系咪啊？吓，你同我讲呢啲咩？佢哋正常啊？吓、啊，你左交，你同我讲啲左交嘅嘢冇意思噶、啊。而家个末世生存、啊，又同你和你飞啊？我同你讲，我末世一定系爆玻璃、爆超市嗰啲人嚟噶。仲同你讲规矩，大佬自己生命要紧吓。系、啊哎、我算啦，我喺度搜刮下原木算啦。哇，扑街啦，扑街啦，时间就够，有排行呢度。两儿冇玩 The Last of Us 2咩？屠杀只有空虚，原谅先系正确选择啊！哎呀，我有冇讲得切？五点前翻到去，唔系九点前翻，唔系19:00翻到去。令到我可以煮嘢食咧，佢话天黑啊煮唔到嘢食，小灯灯要用完了啊，阵间补油咯，收翻盏灯先。哦，嗱你嗱大家买定离手，我挨唔挨得过关？今晚咧，你觉得？我觉得我有需要整少少陷阱，我如果我惊佢两只一齐嚼我，好大镬。你开中间咁，人哋可能我唔系啊，我头先试过开中间都唔 work 嘅。是但啦，哎，扑街啦！我之前唔记得熄发电机喎，
会唔会唔够电噶？煮嘢食先，肉肉肉，喂，咪住先，40精华未够。咦喂，升呢咯？喂 ，King Kong 言喺咪度？你好似话有个依个任务有得解啊？系咪啊？睇下先，酸性血液，看得更远，鹰眼，电灯旁恢复生命值，飞蛾。第三隻眼，全部视野就依个啦。OK， 咦，冇嘅，冇去梦境喎、啊。诶、欸，冇去梦境喎、啊。OK， 准备入黑噶啦，燃料冇乜 ，feel 一 feel 先。攻略组俾你闹走咗收爹啦！喂，但系冇啊，又话咩三呢嘅时候就可以，佢系咪未计三呢啊？唉，大镬！我一路唔记得再 feel 个发电机，挨唔挨到一晚呢一格 ？hold 住先，我有乾草叉，有个消毒绷带，绷带应该够我挨一晚嘅。如果我唔咁鲁莽嘅话，我而家可唔可以整到啲咩陷阱啊 ？OK。我系守株待兔，应该可以嘅。狼人两支线，一为杀猪，直接打死或者电死都可以。电死需要去科学家买电线，杀完之后狼人会送你快捷扩充成一哦。但系个问题系，我而家根本唔知只狼去咗边。只狼话喺北面啊嘛，但系佢而家地图冇显示到只狼喺边咧，我要揾佢、哦。唉，是鬼蛋啦！系咪随住日数越多啲怪就越劲？我应该咧攞个台灯顶住对门。其实你觉得 work 唔 work 咧？哦，我攞个台灯顶住对门，个人咧就嚟呢个角落头守住，咁啊应该 OK 啦。呢支科兴系安慰剂。只狼去咗嚿兴子，哇，好可好好笑啊！啊喂，哇，得啊 DJ 神好好笑啊，好有趣啊！啊，你觉你讲嘢好有趣啊！啊，五个梦境：坟墓之梦、教堂之梦、21号门之梦、公寓之梦、制作组之梦，全部都系彩蛋。看完出来房间之后，往来方向走就可以醒来。哦，好啊，但系而家未有啊，未有呢啲梦境啊，攞只滑鼠挡住同埋收爹啦。佢通常入到深夜1点钟咧，先至会出嗰啲劲怪，即系杀咗猪王。其实我系用80蚊嘅电线换咗一个快速扩充栏，其实啱嘅喎，其实系好嘅喎。你谂下，快速扩充栏系450蚊一块布。先至擴充到，我而家擴充，我而家直接擴充咗，咪成件事易玩咗咯。所以豬王係需要殺嘅，啊！隻狼係話東北變乜鬼嘢啊？隻狼話東北啊，東北東北即係依度噶咯喎。其實我應該係由燒毀嘅房屋上啊，定一話係依一度上呢？真系唔好知道。技能升级总共8次，之后拿到嘅食材咧拿去卖，好啊。可惜我未接任，我接咗咩任？哦，有个接猪王嘅任咩？吓、啊，我未接任，要接咗任先至杀只猪王嘅咩？是但啦。诶、欸，我睇到出面好似有啲嘢喎，系咪啊？我哋不如出技啊！点样出技嘅话，唔记得咗点 Q 掣。第三隻眼吓、啊、开咗技噶啦，吓、啊、喺个室内开技好似冇用喎、啊。等下先，等下先。好，准备1点啦。只猪死不逢时。唔系，如果我冇接任杀定咗只猪嘅话，佢送唔送个快速扩充栏俾我先？
吓、啊，佢又冇同我讲过个人。升级工具箱有一个冇得买嘅道具，那个可以电死猪入后入洞去村道，村长会揾你带你地下室。地下室有升级工具箱嘅道具，哇，好复杂。算啦，我跟翻自己嘅流派去玩算。哇，好安全，喂，安心出行、啊，我哋今晚。诶、欸、诶、欸，都系冇立 flag 啦，我听到有脚步声，都系冇用。哇哇，嚟料啊嚟料啊嚟料，有啲大镬。喂喂，顶你个肺，开门咩嚟噶 ？What the fuck is that？ 闩门食屎啦你！喂，玩门啊！诶嚟啊嚟啊，斗内喂！诶诶嚟啊嚟啊嚟啊，顶住对门，就系顶住你，食屎啦你！诶，弹出弹入，两两两两两，两啊两啊两啊！你啊怪兽弱国，你啊智障玩门啊！啊嚟啊嚟啊嚟啊！哇哇哇哇！哇哇！走啊走啊！佢熄我灯，顶你个肺！喂，有个女妖尸体喎，咩嚟噶？打开关，哇哇哇哇！大哥，惊你啊！哇，好大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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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翻盏灯，哇，熄咗个盏灯啊！啊，冇强奸我啊！咦、哎、呀！嚟啊嚟啊嚟啊！就嚟八点啊，惊你啊！嚟啊！你一埋我攻击范围就系你死期。拔刀术，你进入唔到我圆嘅范围啊！哇，仆街好大镬！好嚟，哇！依啲尸体完全冇 item 嘅。哇哇哇！唔打啦唔打啦，八点啦八点啦，喂，阵间再打。哇！依啲幼尸体完全冇 item 嘅，哇，冇啊，八点啦，哇，冇打住，喂，赢啦，赢啦，唔好搞呢咁嘅嘢 ，OK 啦，轻松。头先只女妖冇 item 俾我嘅，搞错啊，发电机冇油系咩？OK， 冇问题，照挨到。我冇谂过发电机会无啦啦冇电。好，加咗百五星芒，买啲咩好呢？一系 hold 住先啦，啲嘢唔好买住。我煮嘢食，唔系干草叉呢啲要买啊，榴莲冇乜意思啊。好，煮嘢食先，咩腐肉？简单啦、啊，符箓我计好晒嘅。出面有冇啲女妖尸体啊？咁而家先锯埋啲木啦。哇，佢啲尸体会 reset 晒嘅，所以夜晚杀嚟冇意思啊。三十岁人仲玩门，画面时会有群鸟飞过嘅效果，以及呼啸声，会喺营地产卵，好多小女妖嚟攻击你。太近女妖本体，佢会尖叫，让所有灯泡熄灭。哦，喂，照赢啦，好简单，轻松，冇乜难度。哦，我将啲 item 摆晒落去啊。咦，其实我 save 咯喎，我搞咁多嘢做咩啊？好。咦，我咪进行一次交易，佢就会自动 save 嘅咧。哦，睇下买唔买啲嘢，求其买个金属先。有冇保存中啊？有有有有有保存中。好，咁我哋呢个生存之旅嚟到呢度，我哋听日十点，我暂时未知开唔开到台，到时再同你哋讲啊。暂时未知住，因为我装修嗰度可能有啲嘢要，诶唔系唔系，我总之屋企有啲嘢要搞。好，呢度 OK。咁我哋进入我哋个 OT 环节啊。咁啊，你哋成日问啊，有个咩流星蝴蝶剑啊？你哋唔知系咩 game？啊！而家开咗只 game， 开咗只 game 俾你睇。
睇下先，佢有声未有画面喎、啊。先啊，我转翻60fps。160啊！喂，点解冇画面嘅？话事话，有声冇画面嘅。好，佢 capture 唔到你嘅画面，任何全屏幕啊！哇，你听听唔听到啲声啊？几怀念啊！诶、哎，有啦，有画面啦。呢、这个就系一个传说中嘅流星蝴蝶剑啦。哦，咁我哋试下个单人游戏，我好耐冇玩啦。系咪用豪方？唔系用 VLAN 啊？喂 ，OK， 画面有 keep 到60fps。咦？但系嗰啲跳高好似有啲问题。系咪4K 啊？哇，我一装个4K 喎。啊？我以前成日蒲网吧就系玩呢只。屌流剑大王啊，唔想讲乜精通所有武器，但系佢乜佢跳高会鬼鬼地嘅咩？有冇玩过呢只啊？你哋梗唔系大陆 game， 系台湾出噶，有冇记错？咪跳到清，喂，佢个跳高好古怪喎、啊！我想同人对，不过呢个 game 咧打电脑系唔好玩嘅，好晕啊！系咪 FPS 太快啊？哇，其实好易打嘅，我一谂翻咧，我都仲识得搏 combo， 就觉得自己好劲。教细声啲。流剑系早过 Left 4 Dead 嘅喎，你讲 Left 4 Dead 冇用。喂，同埋点解我睇唔到自己寒拳嘅？哦，得啦，因为有包食嘅呢啲位，冇得咁少嘅。个画面唔太舒服，系咪太花？哎，搞掂咯，轻松，就系咁轻松。好花定乜嘢啊？我想问。唔舒服？点解个画面会唔舒服？个画面系咁转，你哋系咪睇唔惯呢啲画面啊？我 set 翻做60fps 会唔会好啲咧？最大 fps 60，跟住咧，仲有啲咩啊？佢有啲后台 setting， 但系好似冇乜用呢啲 setting， 跟住打咩中雨洞添，太快，喂！武功高强嘅男人就系咁快噶啦，你哋，唉，哇，佢60fps 好低啊，其实，144，有冇人以前系有玩呢只 game 噶？我想问，主席之剑出太快，唔好意思啊，太劲，有啲劲，超乎舒服嘅 combo 加音乐，以前玩呢只 game 同人打不知几好玩。但佢个跳高而家好似怪怪怪地，唔知系咪 Win 十啲相容性有啲问题？哇！呢啲真系匕首大，同埋唔可以用16:9嚟玩，系咪觉得有啲花？睇先，我点样唔用16:9玩呢？如果系咁，我唔知佢点样可以唔用16:9喎？佢拉到好阔咯，我都觉得佢个。觉得拉横咗系啊，我都觉得拉横咗。妖佢个跳高咧，唔知点解跳唔起嘅。呢啲易学难精嘅呢只 game 啊，有冇人可以即刻 download 到同我对战？好想。好想玩人对战下，哇！上升气流，画面好横系嘛？应该四，因为以前系4:3噶嘛。
咩右上下伸手咧 ？D A J 神好串噶嘛，玩街霸啊！你现代人净系玩咩街霸五啊？以前网吧年代就系玩呢啲 game 噶啦，咩下身手刷满足感。孟星云，香港最强孟星云陈亮仪，系啊，真系。一打多唔烦，基本上啊，冇咩武器唔识用。嗱、啊，跟住咧，你见到有行气嘅，可以出大绝嘅。咁咧，匕首嘅大绝就系暗杀，暗杀。哎，小喇叭，等阵先，我等阵先。哎，有剑喎、啊，居然，我执唔到。哦，我要确保暗杀一只先。嚟啊！暗杀，诶、欸，唔得，个角度错咗，射咩啦？太耐冇玩啦，真系。好、哦，死两只，哇，计好晒数，真系唔想讲，有啲啲劲。嗱，跟住话俾你听点样用枪啦、啊，枪咧就系、是、上攻上喂，等阵先啦，哇，死啦，大佬！吉柒佢，好，跟住上攻上，诶、诶，攻下攻，呢、这个就系扑人嘅。跟住咧上攻上上攻下下上攻，哇，记晒招直接 KO， 就咁简单。唉，基本 combo 啊，嚟啦，街霸唔得，呢只 game 都得啊。好，跟住你睇下呢啲就系以前啲 CG 啊。咦，你咪睇唔到啲 CG 嘅？但啦，你睇唔到有嘅一线天玩乜噶？我、哦、剑啊，剑头先用过啦，枪系，唉，我精通各大武器，真系唔想死。关刀、铁胡子啊，诶、欸，有刀嗱，教你点样用刀。刀咧，通常咧就系、是、上攻。跟住左攻一嘢飞走佢嘅，睇你话很好想而家打翻铺嚟啊！跟住咧有第二啲招嘅，例如咧你永远刀咧通常都系上攻起手嘅，上嗱上攻可以搏右攻，可以咁样斩嘅。咁譬如咧你可以，诶、欸、中咗毒顶，嗱有得依招破防嘅，诶、欸、诶依招破防下攻下下攻。哎，未得，嚟一次，嚟一次，唔好意思，有两只嘢，上攻，下下攻，下下攻，下上攻，咦、哎、呀，就系咁轻松咯，吓，就系咁轻松，哎，一日打飞佢咯，好、啊，哇，佢出大绝，呀，呢只系刀嘅大绝，啊，佢示范俾你睇，好、啊，咁不过咧用剑啊好劲啲嘅，剑啊敏捷啲嘅，剑系通常跳攻咧。跳攻打冧个敌人、啊、跳攻，跟住下上攻上上攻，下上攻上上攻，咁样屈人嘅。好、哦，会唔会介绍下？要介绍紧咯，喂，教紧大家点玩噶啦。哇，佢走啊，呢条友。喂，咪走啦。我记得依一关系咪要杀个铁胡子定乜鬼嘢？跟住会有人同我一齐嚼只铁胡子啊嘛！有人有兴趣啊，即刻单嚟同我玩，连佢搞掂都做系咁轻松咯。跟住有啲小大绝嘅，如果冇记错，标物归位，死啦！呢一关系玩送标噶喎，等我博招大绝先，因为 game 啲大绝咧可以佢咁样。就直接搏个大绝嘅，轻松就系咁简单，要打爆城门啊，系啊系。哇，呢个打唔中。
佢呢招咧有啲大范围嘅招嘅，有得传。哇！扑街！喂，死啊嘛！冇事发生，冇事发生。咁咧，如果你哋想玩咧，你 download 嗰个版本咧，呢度 1.08.3， 我摆喺 Telegram 嘅，你哋有兴趣就可以 download。如果你装到呢个版本咧，跟住你装埋一个叫 VLAN 嘅嘢，我哋 check game 先。我哋装一个叫 VLAN 嘅东西，咁你装完之后咧。呢、这个好耐啦 ，VLAN 呢嚿嘢，咁跟住你等佢 load 啊 ，load 入去咧，佢有个流剑，好，等等啊，我唔记得咗密码啱唔啱？哇，等等，喂，揿错掣啫，唔使咁啊，开多次啊，诶，系啦，我睇唔明点装只 game。你去 Telegram download 嗰只 game， 跟住直接装啫嘛，跟住装完更新 1.08， 再更新 1.08.3， 咪就系咁咯。我唔知道点样教你喎。嗱，跟住佢好似有个角色扮演区，咁咧有个流星蝴蝶剑，但系而家流星蝴蝶剑系冇人玩，因为太耐啦。VLAN 就系太耐，冇人入 server 噶。但系咧，原来魔兽争霸仲有好多人玩噶。你见咩综合游戏区咧，有人仲玩信长同三国。跟住咧，依度有个流剑区嘅，以前就会喺依度玩咯，咁成日弹个网页出嚟啫。跟住你可以喺度咧设置个路径，拣翻你嗰、那个流剑嗰、那个流星蝴蝶剑嗰个路径啦。咁你套用之后就咁启动，咁你就可以用驱网打噶啦。好，喂，但系点解成日都拉阔个？我唔想拉阔个画面。点样可以？图像渲染设置啊，因为我而家装咗 mod 嘅，佢就会将我个 frame 数校翻好啲嘅。但系唔知点解佢而家冇得俾我 set， 系时间咧就咁啦。哦，玩取可以啊。咁你跟住你用个 VLAN 之后，你就可以喺区网嗰度创造战场，就可以譬如打，通常啲人打四方阵嘅。又或者玩呢个咩威震八方嘅，睇先。威震八方，威震八方个好处就系真系一打一嘅。好，咁但系而家冇人入 VLAN 啦。如果有人入到咧，嗱，我期待你哋会入啊。好，我哋头先打，打金华城啦，用4:3解像度。等我，咦，咁我要出 game 啦，等阵。我整一整流剑个 config 先。咦，佢有3840×2160，有，算啦，1920×1080啦。好，而家都系暂时单机噶啦。喂，但系佢拉夹硬拉阔咗我喎。吓？佢强行拉阔咗我只 game。点解会咁嘅？咁古怪嘅？如果系咁就冇办法噶，转翻个画面先。咦？我个 stream lag 又闪咗，有啲 technical error。等一等，系咁弹个网页出嚟做乜鬼？1920×1080咪16:9系咩？4:3应该系咩解像度啊？死啦！4:3系咩解像度啊？我唔记得咗添，系1280×1080啊？喂，边个系4:3啊？咁1280×1024咧？1024×768×768。好，喂，唔得啊！佢都系强行拉阔咗你个画面，我唔知点解。喂，是但啦，拉阔咪拉阔咯，有咩问题啫？你睇得好好晕，因为佢装咗嗰个补丁之后就咁样，我都唔知点解。啊，算啦，咁我哋4K
我哋四 K 咁玩算啦。好，打翻一线天，唉，打多一关啊，等大家吸引下大家，跟住你哋有兴趣自己单嚟玩，好唔好？唔系啊，而家好 smooth 啊，冇 lag 机问题啊。喂，四 K 画面而家唔 lag 机喎，你个 mon 咩比例？咪16:9咯，唔知点解佢强行拉扯啊？唔系啊，我觉得其实个画面都唔系好怪啫，冇想象咁怪。喂，你讲究未啊？哇！嗱，即一旧 game 咧，啲角度，依个真系世界级视角。喂，视开啲先啦。咩成日弹网页？唔系啊，佢个 villain 卖广告啊！喂，你出嚟啦，做乜鬼嘢啊？等佢食埋。而家画面正常咗系咩？头先有咩咁唔正常啊？唔系，佢而家转翻4K咧，个画面就正常咗。走啦！吉死啊！吉死啊！攞标物，攞标物，喂，攞唔到嘅，喂，标物归位喎，个标物去咗边啊？咁咁啊，土匪咁好武功，点解你唔赞我好武功咧？哦，嗱，俾大家睇下剑嘅大绝，我而家要护送个信标啊！好，俾大家睇剑嘅大绝。喂，你飞完点啊？睇住，标一掟出唔到，俾佢 cut 咗招。好啦，依关嘅打完噶啦。头先个人又肥又矮系咩？而家系咪个比例正常噶啦？呢度系要，喂，死开啦！我要爆开呢度喎！呢个后劲鬼多人打，我死开啦，大佬！我中咗毒啊！我死开啦！黐鬼线！我中咗嗰个慢性剧毒，哇，落死人啊！哇，好大镬喎！上去食包先。嗱，佢呢啲咧，铁箱咧就系、是、铁箱系武器嚟嘅，木箱咧就系啲防具嚟嘅，得个毒包嘅，点搞啊？而家准备离开战局，冇话败唔败啊！佢因为玩呢个 game， 佢而家玩人海战术，点打啫？打屎忽咩？我要拎罐罐啊！闪开啦！哇，顶佢！哇，中射喎、啊，顶你！嚟啊！就依度啊！爆落去！就爆啊！就爆！哇！大就死！哇！扑街！咪再掉飞镖啦！系咁掉飞镖，顶你个肺！喂，走先，走先，走先，拜拜，拜拜！上面有包食噶，冇记错，系咪有罐罐？系啊，有罐罐。但系你小心啲罐咧，有啲系毒包嚟噶喎。好啊！嗱，诶，而家呢个包补翻佢啦。OK， 轻松。东路跳喎，喂！呢只 game 一定要跳，你唔跳正傻仔。OK， 咁你送个信标过去搞掂。喂，唔系咁咩？喂，唔系咁咩？咪先，喂，只 game 唔系咁玩嘅咩？点解冇反应嘅？喂，喂，咪住先，吓？喂，唔明喎、啊，正常系入咗去就赢噶啦，有 bug 屎喎只 game， 有 bug 屎有 bug 屎，我唔应该开呢个版本，开翻个全开版本先，有 bug 屎啊只 game， 有啲问题，咦？点解佢冇开放其他关卡嘅？你冇开到机关死啦！我唔记得咗边度开机关喎、啊。
要开机关咩？好似冇冇啊？边有机关噶？我记得系冇机关嘅。吹水啊，边有机关噶？啊哈！成日跳唔到，喂，佢嗰个跳而家因为 Win 十嘅问题咧，嗰啲操作好古怪。暗红好似冇噶，边度有噶？黐线！其实打我以前记得系打完铁胡子直接完噶啦。游走顶你！我记得咧呢度可以跳北屎跳到上去嘅，有飞檐走壁。道门有密码咪嘈啦，佢真系应该真系有密。咦，咁我过唔到板噶喎，如果系咁，下边，攞唔，哎，攞到，个机关枪晒喺城门附近，唔系啊，佢我唔系要打个机关枪口，佢系要闯关嘅，系喎，佢话先开启机关枪门，再迅速进入，个机关门喺边啊？哦，系喎，真系有机关门嘅。真系唔记得咗，原来有机关门。好，咁啊，系喎，我见到啦，我真系唔记得晒嘅 game 点玩。啊，依度机关门，依度 ，OK， 哦，系喎。死开啦！你太多怪了，我要过板啊！我唔想打依板啊！哎！大哥，系咁喺度射，就搞掂。哇，有啲烦啊！喂！低能，唉，惨啊！以前玩咧系合埋眼都过到，台主实力应该惨过 AI 收爹啦，你哋玩唔到，你问你哋识 Q 博 combo 咩？啊，只求我要孤独一剑，只求一败啊！睇下你哋嚟紧，你哋嚟紧 V 零啊，诚邀你入嚟同我打交，有边个装咗噶？啊，唔清怪要直接过板，清乜鬼嘢？佢清怪好嘥时间。太嘥時間啦，清怪！佢因為佢做任務目標噶嘛，通常唔會咁樣清怪。聽日開我打好啊！明唔明？佢又走，成日都走嘅呢條球仔。唉，佢好多遠攻，黐鬼線。OK。同埋咧，只 game 佢成日自动 lock 怪，你要揿 Q 掣解 lock， 好麻烦佢。系啊，佢自动会 lock 咗上面只怪咧，搞到你个角度完全睇唔到。你飞完未啊？顶你！应该要翻去食包，要翻去食包。公道啲讲，呢只真系高手向。
佢哋唔明嘅，佢哋要玩落先至明呢只 game 有几难。屌，你真系有啲烦喎。跟住咧，佢哋嗰啲飞镖啊，成啊系会落毒嘅。有冇得 cancel 咯？佢要熄咗个 auto lock 咯。要练薄招系啊！你我想讲，你哋啱啱玩你唔识薄招咧，你唔会好似我咁顺，因为我有记忆先至知道点薄招。因为我以前玩呢只 game 玩得太耐啦。直接过板都清怪，清乜鬼嘢怪？傻仔先清怪。搞掂咩？清怪咪冇事，你咪清，你咪慢慢清，我唔需要清，就系咁简单。嗱，跟住又过下一版啊，佢唔知拎咗个信标去边嘅。啊，跟住打金华城，金华城就会遇到嗰个咩冷艳嘅，嗰个女主角。啊！這個女主角是小偷嚟嘅，跟住就唔知點解孟星雲就好迷戀呢個冷艷嘅啊，同埋咧，如果玩呢個觀幕區域網絡咧，係禁冷艷，唔俾用冷艷，因為佢個 hitbox 太細啊，佢嗰個角色太細粒咧，你會成日打唔中佢，所以啲人係唔俾用冷艷，唔俾用女角嘅，因為女角偏瘦。有锤啊！呕咗个锤出嚟喎。好，嗱，你系咪要用锤啊？锤又点搏咧？上攻，上攻，下攻，又系咁轻松。跟住一个搏落去，再左右下攻，扭个圈，再拍落去，就系咁简单。基本combo，平时就踢下脚，上攻，上攻，一夜下攻。太多怪，太多嗰啲肥仔，成日都系打混战。其实是要打这个，这个是这个才是那个你看到地下有红色，它是那个手铃，水淋的手铃，其实这个是拿，这个是吃包的，这个跟着你上，哇，会不会多人的，喂，哇，有点多人哦，哇，这些黐鬼线，哇！点黐鬼线？咩拎住粒珍宝珠劲嘢？你唔识噶啦，你哋哇太多怪，黐线！我哋攞个剑，攞把剑，哇！相似都 OK， 相似都 OK。嗱，要拉开啲怪，好鬼难打，太多人啦哇！嗱，我就直接一系爆取大绝。但有把指虎才可以快速放他的大絕，正常呢你就這樣儲大絕一定被人打中，但是取消大絕的施法速度很慢，什麼感同無雙 game， 哇你真的好笑，你玩完你就知道和無雙 game 有什麼分別，我傻啊，這隻 game 叫無雙 game， 你都傻傻地一打一的，這隻 game 如果你玩網際網絡的話不會這樣大亂鬥啊，還有你無雙 game 這怪切菜怎样界定啲 game 啊，大佬啊，同你好难倾偈喎，同你隔咗几代 generation 喎。星画唔同步系咩？我食咗毒包啊，我要等解毒。除低呢只先。哎呀，正！我想谂住呢个机会出大绝出。哇！系啊，你咁样叫你咁样点样玩无双 game？ 冇得无双，黐线撑劲！哇，冷艳死咗，仆街啦！你真系唔可以一打多，呢个 game 同 Dark Souls 就 just like Dark Souls 啊！玩啊，大佬！你同观众代沟几大好大啊！直接屈佢一声先，我
埋唔到个大，我埋唔到个手力身。打大佬，大过嚟，诶食蟹，喂，顶你个肺食我嘢！有喺依度。打打啲鬼先，嚟嚟嚟嚟，依、這个就系大绝啦。OK， 啊，以前咧有个玩法就系五十血大取长大乱斗咯，因为一放大绝咧大取扣五十血左右嘅，咁你一有人放大绝斗杀数多咯，依、這个就系只 game 个好玩之处，喺呢度爬唔到上去。十九年前的 game 做到咁的确几劲系噶，好玩啊！真系好玩，而家冇乜冇，即系有啲仿流片嗰啲 game 嘅嘢冇咁正。冇有爆黐鬼线点打？开火金阿希，同埋咧，佢哋有冇发现咧？有啲位成日棘鬼住，因为佢嗰啲材质做得好鬼曳嘅。啲動作好搞笑，係咩 ？NPC AI 勁啊！而家係啊，咦？點打啊？嗱，即係俾人圍無傷，仲話無傷喎，玩屎忽咩？我話打屎忽咧。敌人识出回天，好难打的。我以前觉得冇咁难打喂，同埋限时都话惨喎。最尾啦，啱啊啱啊啱啊！诶，仆街仆街仆街！喂，十九年前我得四五岁。嗱，佢有得咁樣飛檐咁樣跳上嚟嘅，你睇下以前能夠做到依啲咁嘅系統已經好勁啦，係嘛？趁佢分開咗，借低依只先。一打一咧就冇問題，電腦一打一就好簡單。敵人會劍氣大絕係㗎，佢儲夠氣咪出大絕咯，使同你流程。唔係同埋依只嗰樣我裝嗰啲 AI 改進咗嘅喎。哇正，就系要依啲啊！哇哇，你睇下，当你沙包咁打，个跳真系好奇怪，系唔知点解跳唔到。平时系可以短跳，佢而家个短跳咧，你睇下个短跳，佢个短跳系变咗咁样啊！所以我咪话唔知系咪 Windows 10嘅问题咯。短跳，嚟多次，你睇下，哇！哈哈劲啊！呢个条仔完全唔 care 条女，话 Q 知佢刘飞。OK， 上去嚼低条狗先啊！点打大佬？咁鬼多怪。嗱，跟住咧，只 game 有啲哇顶你个肺，仲出大绝。只 game 有啲破防技嘅，即如果佢有时你死挡咧，会挡晒招，佢有几招系，即每把武器都有几招系特登会破防，你就可以用破防技嚟打啦。哇，顶你个肺！喂，个个放大绝黐鬼线，难打嚟咯。识打。太老，有翻可以救冷焰嘅，我记得。点样救佢咧？揿咩掣救？唔记得咗，好似有一运功疗伤啊！哎，系啊 ，T 掣啊 ，T 掣啊！嗱，等下，嗱，佢有得运功疗伤嘅，等阵先。我哋引开啲怪先，如果唔系我哋运功疗唔到伤。好，运功疗伤。OK， 佢去咗边啊？佢
诶，搞掂，送。攞把枪，你好大镬，你好大镬，你好大镬，轻松。咩条女面前玩体操啊？啊，打到一关啦、啊！啊，大家好似睇得好过瘾喎、啊。OK， 唔知点解你哋睇唔到啲 CG 话、啊，好快，我哋就快打爆机啊！打多两三关就爆机啦。好，跟住我唔记得晒只 game 嘅剧情啦。总之都系要够冷艳嘅。跟住有个咩最终 boss 系咩屠城，因为屠城就出卖咗佢个主公，毒死咗佢主公定乜鬼，跟住捉走咗冷艳妖孽啊、孟星云交啲唔知咩出去咁样嘅。敌人冇血条冇噶，你永远唔知道对方有几多血噶。咁快爆机？唔系啊，因为呢只 game 唔系放你单机噶，呢只 game 系放你同人哋连战打噶。哇，用枪真系劲，唔好讲笑。枪真系打多人神器。记得 boss 系栗香村，冇啊，冇栗香村噶。boss 系屠城啊，一个肥仔嚟。OK， 用枪冇问题啦。喂喂喂！哎 ，shit！ Oh shit！你睇下，咁样可以玩无双傻嘅咩啦？俾你出下，睇下枪嘅大绝，下下上上 A。哇！你睇下，即系以前十九年前，呢只 game 真系无敌。我同你讲，有蒲网吧，你哋净系玩嗰啲咩劲舞团啊，啊咩魔兽争霸，我就喺度埋头苦练我嘅武功。啲网吧间间一定有呢只，但系唔算系好 hit 咯。你哋比起嗰啲咩信长。喂，有跳舞咁样快，哇哇哇！你睇下，嗱又做沙包啦，轻松啦。哇，顶你！哇哇哇！等先，等先，等先。他们的跳都是怪怪地的、哦、唉，好多怪，我想出大绝。你们还想看什么武器的大绝？好像没什么武器给我选的，好像差不多大绝都全给你们看了。还有什么大绝？唉，没有，没有武器箱啊，没有武器箱。嗰陣時放學日日去網吧，我以前就係成日都係去網吧玩呢只 game， 好似冇。哎，嗰度有包。喂，但係冇咗個，哎，求其啦喺度。嗱，你可以咧咁樣跳入去，跟住喺度放大住。嗱，跟住你就可以咧喺度開心。喺度开心打爆嗰对，喂，轻机喎，顶啊！喂 ，crash 咗啊只 game。好啦，咁不如我哋只 game 试到嚟呢度啦。如果你哋有兴趣嘅话，啊，记得去 Telegram download 我哋玩呢个 1.08.3 版啊。啊，冇办法，轻个机，咁啊由佢啦。啊，好开心咩我？啊、喂，你哋有兴趣啊玩download 嚟玩下、可以同我连线玩，用呢个 VLAN 啊吓，俾翻大家睇呢、這个 VLAN、啊、我入咗 game， 我入咗噶、啊、但我未见有人入到嚟 VLAN、啊、你哋 download 完啊，记得嚟 VLAN， 我开区网就同大家一齐玩、啊、有冇啲咩系隐世高手？我见大家好似啊，所以啱啱接触呢只 game， 完全冇话有玩过呢只 game 咁样、啊。
童年回忆系啊，我觉得童年回忆大部分时间就系玩呢只，同埋即系你话对战就系呢只啊 ，CS 啊 ，AOC 啊，魔兽争霸咯。如果你话online game 咪咩天堂啊、魔力宝贝啊、仙境传说嗰啲咯，所以咧以前嗰啲单机 console game 我少玩啲，我就玩电脑 game 多嘅。吓、啊，好啦，咁我哋今日嚟到呢度啦，听日十点钟我哋继续翻嚟呢个 Darkwood， 不过我未 sure 听日开唔开到台，因为可能要搞啲屋嗰啲嘢，咁啊我哋暂定先，好咩？如果咪就后日再见，好，再见多位，拜拜。